早安呐呐呐呐呐啊！没有啦，补充，也是刚，我八点前有到家，只是要洗澡，然后先补充蛋白质嘛，不然让肌肉都白练了，所以。先跑去补充了蛋白质，然后洗澡，洗完澡想说弄一弄哦，好像有点想睡了，可是好像有人在等我，应该啦。这属性很白痴吧？用草打他找死哦。结缘安安，素颜安安，潘浅安。反正现在很撑，很饱。伤药。片尾有版权攻击耶，超白痴的。就是结束一周目的那个动画有版权攻击。没错，我中版权了。花音安安，蛮好笑，开一下呀，不会开太久。雨恋安安，那个有版权哦。对啊，因为我那时候片尾的时候，我就担心说，干这该不会有版权吧？然后马上就是切画面静音，然后去看安妮影片，结果就好像就只有那一小段时间，好像十秒钟、十一秒钟吧。就中版权了。我今天应该能把一周目打完吧？啊，加油！在拼闪服了吗？其实从第一天就在拼闪服了，所以我的进度会很慢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小雪安安，那时候害怕有进度片尾秒切，所以没死。哎，可恶！等一下小开一下而已啊，等一下整个就关了。因为刚刚关台前跟人家讲说啊，那等一下我们八点见啊，讲出了这个鬼话啊，导致怕有人正在等，一起打啊。你要打什么？你来开游戏好啊。你怎么开了不休息吗？因为稍早有跟人家说，好啦，不然晚点开，八点开好了，就开了。我有说我要去健身啊，要健身完。小开一下而已啦，手很痒耶。一凡安安。那小雪你想打什么？救我球！302。皮丘到底在哪里呀？哦，电龙、百合跟娃娃，主播安安哦，信安安喝水，等一下我去拿个水。百合跟娃娃在下面哦，
那边不是新手那边吗？团体战吧，然后开放世界在同一张地图连线，我也还没玩到。好啊，你给我那个，你给我你的马吧，我去找你好了。你给我你的马，哎，我因为我的房间连线很烂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我的连线超级烂的。我先重连一下网路，不然一直在搞。你都没有跟你家骑士玩过是不是？哎呀，你的第一次留给我吗？我的天啊！哎，连得很快。我先开电脑，蛋呢蛋呢，你过来，我来来我来我来。百合跟娃娃，在这儿哎。哎，这边好像我没来过，很合理耶。我那边好陌生哦，求求求儿安安，我一个人28小时冲一周目结局，骑士直接你不睡吗？哦，我一周目打完，我那时候看是多少27吗？哎，一周目打完后还过一段时间，那时候看我的时间是27，现在多久了啊？看一下。个人资讯，51了，笑死！啊，没有啊，主要是偷偷挂在线上没做事情。我断网欸，女人。没关系，我是断网女人。这样，你很会断线是不是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如果真的不行，就算了嘛，先试试看啊，有事有机会嘛。银铁镇，百合跟娃娃在这里。哦，全程单机没玩连过网的意思。哇，这里是哪里啊？哎，哦，白痴。其实有开一场钛金啦，只是那时候打不过，几星啊？我现在开始觉得打不过很合情合理了，现在已经被钛金压在地上打了，我已经看开了，钛金什么鬼东西，四星，哦，应该等级太低吧。哦，你说的断网是你把网路关掉是不是？学生游梦，然后学生梦游。不是，那很白痴，拿到被磕打的意思，我忘了看他的钛金属性，嗯，断网的意思。我也很多次是想说，他怕妖精，然后一进去啊，不对，他是毒属性的啊，打不过了，那边雷，还敢雷啊，繁星，雷爽没？
繁星没有打算把聊天室放到画面上面，太挤了。我知道可能会自言自语啊，可是画面太小太挤了。而且放哪其实都不对啊！你看，你说放左右左上的话，那我打开这个，你们这边看什么？啊，放右上的话，左上的话，你看挡住宝可梦；右上的话，挡住宝宝选项；右下的话，挡住等下战斗的时候放什么技能？看不到 YT 聊天室。没事啊，你就当我自言自语嘛，对吧？哎呦，平原。有方法啦，就是之前第一次开双开的时候 ，YT 打字的会传到 Twitch， 然后 Twitch 打字会传到 YT， 但是这样会很恐怖哦。马同学安安，棉被猫安安，好诶安安，对不起有打招呼。然后花粉雪奶安安啊，对，喝水，等一下，我去拿水。不够，我开好了，要语音吗？可以啊。好啊，来语音啊，很可爱呢，佐罗亚，可爱死了。不够。欸，我没有语音过吗？没有，对不对？你打给我。对啦，就是这边啦，有年美儿啦。哎呀，在想。哎。你好，你好。喂。你好。有。哦。等一下，我调一下 DC 声音，它好小声。我也觉得你很小声，我调一下。哦，麦克风没调掉，你调一下我声音好了。没事啊，我调。就我这边听你的声音也很小声。嗯。大一点。嗯。喂，好了吗？喂，有啊，有声音。有声音吼，好 ，OK， 那就这样吧。好，我研究一下哦，要怎么打？我刚好先切网。哦，先连线啊，先开网路，然后你也可以要宝可梦，要中心那边开，或是原地开都可以。原地可以开，它不是要切到宝可入口去？对，就是宝口入口啊，你按一下那个打开包包，就有个宝口入口，宝可入口。联盟级有区，黑手，
哦，刚刚你有黏黏儿，不是黏黏宝还是什么黏黏儿？哎，耶！我要去找你。我先记一下这个点哦。哎，好。好，我应该记得住。好。哎，看一下哦。平叠阵平移过来，开口好，可以。建立后，好、哦。嗯。可以。有吗？我看一下哦，宝可路口那个 D D P Q E C。那个一，一就是那个全部都是英文，全部都是英文。D D P Q E C。好。嘿咻，我现在来不及开台，我按个录音。没事啊 ，D D P Q P Q E C， 你现在开也可以啊。直接开。等你啊。我还没做封面。突发，这个突发两个字。突发。好了，那就可以按准备。上次突发完，直接，因为我的那个预设图是横幅的那个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上次就不做封面写突发，然后就被黄标了。笑死！不然随便我随便丢一张宝可梦图，到时候再改封面好了。笑死！对啊。等一下哦。那你先准备，就可以出发了。好，可以先直接出发。那在这途中，人家是进不来的。就是我们在游玩过程中不会看到突然有谁加进来这样子。哎呀，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只要准备出发就没有人加进来就对了。对，就是我的小空间了。哦，那如果多早安零六第六回，我昨天就是我早上起床啊，就翻 FB 看到聂宝说58小时闪服完成，我想说哇，58小时哇，观众之力哦、喔，天哪、啊，太强了。哎咻，嗯，观众之力，拼啥？你现在多少了？观众之力应该，我好像100多而已。一定是观众啊，他不然他怎么可能？拼闪服啦！可能观众那边就是有啊，因为准神等级很难练欸。准神等级我也都还没去抓，就是我已经大概知有一些我知道在哪抓，只是我那个没有背它在哪边，就大概知道一下位置。像那个什么雪山附近就有一只那个龙，我这次真的完全没用准神打冠军，我也没有、啊，我也觉得自己还蛮厉害。哎，没办法，突发也突发，鬼了鬼。刃鬼太强了，我靠刃鬼打赢的，就靠刃鬼打赢。哇！我正在快乐的用兔子跟猫猫，还是打赢？不是，那就是因为我也没有学什么超过100的招式，也没有什么近身战，没有那种超级有用的招式，所以就是我全程其实后面打一些难打的东西都打得很错。哦，你没有放一些 buff。那没有没有，所以那个我们其实那什么那个啦，有啦，猫猫有魔爪，其他人完全没有 buff 技能。哦，可是就是这次的冠军就是硬要挡你 buff 的啊。对啊，他就故意放一个跟风在开头，我就想说，哇靠，这次冠军怎么这么有料？我从来没有看开场我强化，你也跟着强化的，完全是在挡你啊，那完全是在挡人啊，太可怕了。你知道我输给那个吗？校长啊？为什么你是输给校长？我跟你讲，他超贱的，击败人。好，你说。他第一次我那时候是带金币护符，然后他开场是哈欠我，哈欠我，我已经放好 buff 了嘛，下一回合我就打死他，然后睡着，然后就被他推队，我忘记他是什么东西推我队，然后我就气到重开。然后这次我就在那个木子国解除睡觉的那个，结果我就一样第一场强化，就强化我两阶攻击力了之后，他用欺诈把我直接秒了，我又气一刀再重开一次。校长，我那时候也是打很久，因为这次开放地图，其实有些地方你前面没拿到攀岩跟那个
游泳是过不去的，对啊，对，所以其实前面迷路的有点久，后面就还好，后面我觉得还蛮顺，只是我会不小心跑到比较难打的，像那个超能系道馆，其实照理来说应该是最后啊，然后我就先跑过去，我第六就跑过去了，然后我就打得很辛苦，我想说，哇靠，这是什么等级？光第五就跑过去了吧？我想说很近哎，走过去，山洞好难走，这怎么走啊？就一路到了，到发现那边。我那时候几等？三十几等，发现哦，五十几等啊！不行不行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快跑！能开跑？就其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放，你还是要照一个顺序走。对啊，对啊，他是说你要怎么打可以的，但还是会等死啊。对啊，就真的是会等死的啊！我觉得他的没有你想的那么。他的自由应该是说，你可以就是天星跟冠军轮流穿插着玩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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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只是说哦，其实你可以就是穿插着玩哦，就是你不用强制说哦，我今天一定要先从哪里开始哦。的确，就前面三个道馆，你是可以随便选选啦。啊，有些人就会先跑去找奇数啊，然后就想说哦，二十等打完，后面两个道馆好简单。嗯、然后打完前三个之后，后面就开始发现哦，难度开始起来。对，然后哇，前三个啊、哦，好轻松哦，怎么这样子？好轻松哦，简单哦。啊，打完啊，什么第一个道馆就二十等，以为他会随着等级增长吗？并没有。当初在想说，是不是就是官方会故意写说哦，例如说我今天先去找奇数了，那他就会跑去其他地方，就是那个等级就会慢慢升，有没有？说不定打到第八道馆，你就会看到奇数拿六只，有没有？就完全没有。笑的，嘿咻，走吧。等一下哦，我刚设定好。哦哦哦，开场一下，开场一下。安，好好好，你先关麦吧。嗯 嗯, 嗯。叫汤儿安安 ，Sugar 安安，肚子糖安安。啊，都按过一轮，大概开到11点前吧，对吧、啊？就只是打打太金，哎、欸，就是，我就还是想要做点什么事情。哇，涅宝58小时斩服哎、欸，你敢说这没有靠观众？有没有？你看，光是好，他如果。靠自己练准神兽好了，有几只准神？准神所需经验超多哎、欸，啊、吃糖果也不可能全部吃完啊。欸、也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我其中好像有10个小时，要么在孵蛋，要么在东摸西摸什么的。暴龙猿算准神吗？算啊，暴飞龙吧？你是说暴飞龙吧？暴龙猿是哪一只？暴龙猿好耳熟。暴龙猿，嗯，我去查一下暴龙猿是哪一只啊？嘿嘿，繁星嗨嗨，听得到声音吗？聞こえる？哎，有有有有有。哎，你们听得到繁星的声音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非常突，非常突发的哦。早上起床，繁星在开台，哎，要不要一起玩？哦，好啊，就一起。你知道我刚健身完回来吗？哎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时间？对啊，你是早上有健身习惯是不是？没有，因为中午过后健身房人会开始越来越多。嘿嘿，对啊，可能嘿，可能你有时候玩的那个器材就被人家沾走了。哦，なるほどね。声音清楚吗？我的声音会不会太小声？早安早安，我的声音听得到吗？聞こえる？早安听得到吗？会不会太小声？我的声音如果太小声要说呢？有吼，可以吼。声音可以吼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吼，好，耶、yeah! ！那我们就直接走了，耶、yeah! ！
哎、欸，是你要按确定吗？你啦，你开的不是我。从刚刚都说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啊，对呀，刚刚睡醒在呛啦，拍谁啦？这个女人刚睡醒在呛啦。没有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连封面都还没做的，你就知道我现在一定会很强烈。嗨，那么呢，我们今天就拼散服跟拼四神。我四神都还没去摸哎、欸。可是四神很麻烦哎、欸，四神还要去找，要去拔装。哦，我好像莫名其妙要拔到三个了。我拔一个而已，而且就是拔装还是要看攻略比较好。但没有看攻略的话，就拔可能会漏掉啦。我还偷看你的大量发生。好，有什么？我先瞧一下。哎、哦欸，你有多龙骑耶？哦，有多龙骑大量发生哦，走，在上面。可是我还没有拿到闪符哎，我现在大量发生应该刷不出闪。哎、欸，我今天就是有大量发生遇到那个啊，瑟薇的那个风女王。真的假的？瑟薇的。那好，繁星现在在我旁边。那、啊、你不是要去年美儿？对啊。那我们走啊，往这走。嗯，红色的哦，多外真的是用跑的哎。对啊。有没有觉得很可惜？不会啊。有些人在跟我说，哦，他们觉得那个红色欧多外居然是用跑的。哎，我看我摸一下，啊，你知道这个洞的话，这是我的洞，是你的洞，对，你的洞是什么洞？你可以摸一下，一样也有点数拿。哎、欸，这五星的，哦，是繁星的结晶，哦，所以你可以进去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就是我，你要，哎、欸，这五星的不要好了，五星太恐怖了，我们继续走。啊，路上可能也会遇到你的啊，你就再摸一下就好了。怎样？嗯，有东西相见。哪里没看到？没有，每个人不一样。啊，他会甚至和地图上也不一样，就对了。对啊，他会一直刷新呢、啊。哦。哎、欸，白痴！我第一次玩连线。踩到，碰瓷，来继续往前，我们要往海边走。往海边走。对。搁浅没有？你抓过了哈，利欧路。利欧路还没。不知道。又看到利欧路。你没看到吗？嗯，没有。哎、欸，怎么会？有啊，你撞到啦、啊。哦，我撞到了。保护色？哪有绿色跟蓝色？哪里保护色？保护色？哦，我刚刚没有看到的、啊。没有，因为这个这一次的开放世界是，对，就一直大家是共抢的。像你看，今天绿右路是色尾，我们就要抢色尾了，懂吗？哦耶！可是他只有16等啊！嗯，他是高级球，不是。但是你他还是要30等白天进化啊，重点是要亲密度啊，啊亲密度是还好啊，露营帮他洗澡就好了。好耶，早安，感谢订阅，我要抓高级球抓到你有为止，这是什么都靠眼睛，对不起学学法的，学学法就不好，等一下我瞧一下直播间，因为我现在是看 OBS 的画面。玩的，所以我的直播画面会小一点点。哦、我把那个他敲旁边一点，这样像像不像我们在对战？然后你在抓我的宝可梦。嗯，是我的地图，欸、是我的。我的利欧路被抓走了。你也走。好，不管利欧应该也能遇到眼神。哦，年年宝看到了。杜卡利欧我没有遇过啦，只有在巢穴有遇过，不巢穴啦，太晶洞里面遇过。丢错了，我应该要丢仙姬，应该要先丢仙姬。然后我觉得真的好缺钱哦、喔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不会啦，你多打太晶洞，里面很多那些可以换金的道具。没有什么，就是比较明显可以刷钱的方法。今天早上看到灰色的艾露雷朵，好丑。灰色艾露雷朵。可是你至少遇到瑟薇了。艾露雷朵是灰色吗？不是蓝的吗？哎、欸，是吗？对啊，灰色的艾露雷朵。嗯，艾露雷朵。对啊，
嘟丢比嘟。等一下，我遇到迪嘟了。哦。而且这带有个算特色嘛，就是你去打完之后啊，它不会马上消失。你今天遇到一些比较强的怪，你逃走之后它不会消失。哦，对啊。你就可以反复刷，反复丢先机，就不会说哦，你先机丢了没抓到。对啊，哇，好浪费张。啊，我也是这样。然后有个观众就看得不爽，你就直接打，直接抓。我说我不要啊。因为看到那边有亮亮的吗？亮亮的光，有，那你去找，在前面而已。亮不亮的光是什么？前面啊，这边有没有？哦，我看到了。哦，因为我抓完了，所以我的会消失。然后这种会发光的光是那个个别的，算个别的，一个人抓到打掉之后，其他人看到还会在。哦，对，这就是林美儿。好了。我就只能送你到这边了。我要去乱摸了。前面这个是你的洞，我来看。是里面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他只是说这是雪雪的洞。这是雪雪的洞。这是雪雪的结晶。这是雪雪的结晶。好，我带你去看一下它是啥灰。没事。蓝灰色。哦哦。雷朵是蓝灰色哦，这是那个，啊、这是蓝的啊。你地下室，你那个最最底部的那个东西呀、也是外星种吗？还是是那个猪特有的古代种？我是古代种啊。哦，那你要不要来我这边看我们那边的洞？可以啊。好啊，我就是要来这边抓的啊。好耶，好耶。我带你去看这里那个未来种超帅。有啊，我有看过那些图啊，图而已啊。你看、你前面这个洞，你不看是什么？我要看，我没有，我的画面还在领图鉴的画面、哦，我还在领图鉴的画面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我的洞。我去看伊利亚镇安，我看，我有可达鸭在游泳哎，耶耶耶，哪里啊？下面啊，那个是你的。哦，那是我的洞，看起来是幽灵系的。取学的洞听起来好死哦，我的洞是四星的，这只是什么鬼？可以啊，四星的、啊，大家一起挑战。然后你按挑战之后，我们玩家画面会有个说按 Y 键参加。哦，我想一下，它好像是毒系的。蓝花糖。哦，是蓝花糖哦。我看一下毒系的。啊，我需要那个。好像不能带弥勒顿上场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要另外去抓、啊？哭了，我参加不了。什么？是网络问题啊！就刚刚讲的嘛，有时候连线会发生说什么，因为连线发生问题，结束连线。先退出，我再进一次。我怀疑你在开车，但是我没证据。对啊，就是一直都有这状况，很麻烦。再一次，反正它洞里的东西不会变。对啊，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有啊。进去吗？进去吗？可以去抓神兽啊！我待会去，我猜应该是就是一样去地灵区抓啦，所以我们待会要去地灵区。拜托拜托，让我进去。我也想看一下古代洞长怎样。毒属性是什么东西？不行哎、为什么不行？是网路问题啊、欸，连线发生问题，已结束连线。再退出一次。我的同行宝可梦有问题，无法参加。我的同行宝可梦怎么了？等一下哦。你带了什么神兽吗？我带这个皮，我没带神兽啊。你的同行宝可梦有什么问题？不好意思、他们有什么问题？好，我不是我的。同行宝可梦里有改兽，所以不行吧？改兽？不可能有改兽啊！不可能有改兽，那是 bug 是。我有时候打也会，可是我一直都神雪安安。有，我已经重新连线第三次了。毒属性要带什么？我忘记了。钢系啊？钢地面。钢地面，我好像没地面。说是狂点吗？因为我们之后都是改就是安冷，然后发出那个邀请，
就是你有那个有密码就可以进入这个人的那个太晶站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嘛，就是算是房间里面的。那也客毒吗？有吗？有这件事情吗？谁客毒？超能有客毒吗？我怎么记得没有？超能被毒客吗？没有吧。英雄同情包可没有问题，那我带火神鹅。火神鹅，等一下、喔，我再试试看。包可如毒用超，毒用超是不是？好、哦。啊！恶毒，我有什么超能的？好像没有，进得来吗？还在努力，还在努力。那我先去倒一杯可乐，你等一下。嘿，月川老师，你怎么这么早起床？啊，不行哎、欸，你进不来哦。对啊，没关系啊。啊，死定，超耐躲。几星啊？四星。四星可以啊，你就杀耐躲一直。哎、欸，哦，没事，他兰花糖是草。不知道他有没有毒啦，毒他显示的太晶属性是毒，嗯，啊，只他本身会放毒技能就小心，因为沙奈朵有妖精属性啊，毒克妖精哦，你要小心。我刚带了金花啊，金花它是地面毒，所以再怎么样应该都不会被毒弄到。哦，昨天有遇到金花的色尾，真假？什么颜色、啊？绿色吗？绿色，绿色，可恶。我以为因为地下太亮太饱和感太奇怪了，然后说前面那一只该不会是色尾吧？怎么看样子怪怪的？大幅降低，感觉没被克到哎、欸。我去偷抓你的咯，你偷抓我的，抓到什么跟我说一下，我打一下，那就是普通的花而已。那只是草，我抓一下蓝糖花。好啊。但是我现在连线模式就只能跟正在连线中的人打太晶战嘛，就不能往外开放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你用岩石当蓝莓壳，好、哦、好有道理哦。常常岩石地面分不清楚。哦，是蓝糖花还是蓝花糖？蓝糖花。哦，对不起，因为那世代的我没有玩过啊，那是黑白版的吧？黑白版没这只吧？哦，所以是 XY 吗？吗我不知道，因为应该是 XY 吧？应该是 XY 或阿罗拉，我是 XY 跟阿罗拉没玩过。可是我当初玩黑白，其实没看过这只哎、欸。我钻石 SN 的，我钻石珍珠那时候就是已经上高中了，就没有时间看宝可梦。哎、欸，差不多。对啊，我钻石珍珠的时候还有在看，可是我插歪之后，我就只看了一点点日月的 哦，是日月的阿罗拉的哦，阿罗拉的，感谢感谢，阿罗拉也已经是五年前的东西了耶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想看，是因为画风啦，被画风劝退。哦，对，小智那时候突然就坏掉，但是有看的人都说好，嗯，就。两面啊，有人喜欢，有人不喜欢啊。觉得还行、啊。嗯。听说阿罗拉真的是最神的一代，阿旅途是只有最终战神。OK。游戏吃相最难看的 SN。画风真的不喜欢，但剧情很好。谢谢舒服强哦。就是人家说是当看剧情就好了。你、欸、看，曾经真的我都破不掉，其实。啊，你要用那个啊，你的太晶，就是你要用相对应的太晶去打，才会破得掉，你懂吗？哦。所以你今天如果是你那只那个沙奈朵是什么太晶属性？我沙奈朵的太晶。妖精吗？好像是妖精哎、欸。对，那就是因为你是太晶妖精，然后放太晶超能没有用。
所以你要太金超能加太金那个，对对对对对。欸、我有点忘记是太金超能，因为我现在是用那朵花。我，等一下，你的世界有那个长尾猴、哦？我跟你玩不同版本，所以有些我会有，你会没有，蛮正常的吧？因为我在这边遇到我版本的东西、欸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有古代胖丁吗？你有遇过古代胖丁吗？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所以我们来到地灵区，没办法抓到你的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没办法吗？对啊，你已经跑去我的地灵区了，是不是？我就好奇啊，想说先来看看啊，帮你暖暖床。哦。等一下，我这快打完了。你可以去抓古代种的位置，等它出现。有，我想说，古代的三合一石怪在这边，可是总没看到它。我到地灵区是我会遇到我的未来种吧？所以，我跟你会在平行世界吗？这是某种平行世界吗？奇怪，这是你的世界，我来到你的世界啊，界对啊。要雪雪在旁边。好像你在我旁边哦、喔，所以他自己跑过去就会遇到古代种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那我早等你了，可恶！等一下我去地灵区，我待会传过去。那我先出去好了。对啊，我都遇到我家的哎、欸。想看一下古代种，等一下我也想。好啊，那我等你来。你等我一下，也抓到蓝糖花了。你想先从第几层开始挂？喵喵喵喵！哎，他可以分层挂哦。因为每一层的古代种都不一样，一圈量子纠缠。可恶，月川老师在上班，没办法纠缠。哎呀，看看、喔，我在一号等你哦、喔。你在一号等我 ，OK， 没问题。一号，耶、yeah, ，继续收集图鉴，耶、yeah。那个地图出来吧，帕迪亚中间。灵区闸口，它是进去后才能传，是不是？嗯，进去后再进去门，中间有个地方可以按。喂、okay, ，先飞到灵区。干嘛的？干嘛的？我在一号的床上等他，没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啊啊啊！在一号的床上。在床上一号。来了吗？中间会有个绿绿的那个嘛，那个传送点。看哦。我在地灵区了，但是我是不是要先走过去？对，要往里面走。你再不来，我的拇指快断掉了。拇指快断掉了。哎、欸，有吗、欸？我怎么在西第三区？等一下，我是不是走错洞了？啊？哦，没事，你是往外走了。我往外走了，对对对，我看到了。我的拇指好酸，我转了快一分钟了。加油，再撑着点，放心。不行，我等一下吐了。我、哦、这是要往下跳吗？还是、欸、啊？你在哪里？地灵区中间进去之后，不是有个绿色传送点？有了有了，绿色传送点。然后呢？一号一号一号啊！一号一号啊！有了，原来是这样子传啊！那么多灵区的最深处有另一只封面神兽，能抓召唤用。哦，你到了吗？一号吗？嗯、啊、你看到我吗？一号了。我的床上没有人。哎、欸，那完蛋了，是不是看不到你？我的床上，那你出来，那你出来，那你出来，看不到人。我的床上没有人。说你是去哪边？鬼怪了？没有啊，奇怪了，你出来嘞？有人吗？哎、欸，人嘞？这是 bug 吗？繁星你在哪里？哦，所以不能哦。哇，到哪里？二狗、啊、哇，看不到你耶，看不到我哎，我现在在门口，没关系，我去你床上。哇，那没办法，所以地灵区不能连线吗？对耶，我们现在有在那个连线中吗？有啊，我们在连线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繁星啊，我有看到繁星的头像。对啊，有在左上角啊，可是没看到你耶。看得到对方的宝可梦吗？有，看不到哎。早安，这时有听说那个可以刷伞，之后看看有没有人试过什么哪个可以刷伞，看不到人哎、欸。
没有，那我们回家，我们做其他事情啊。啊，又不能连太金站。不是太金站，是地灵区吧？我觉得最好玩应该就是地灵区吧。等一下，我看能不能……嗯，我现在要怎么回去？那个啊，打开地图飞回去。打开地图飞回去。啊、要飞哪个点？我们飞到锦惠镇上面那个好了，就隔壁那个。好，到旁边好。不能来地里去啊！对，我们真交换了，可恶！这算是某种 bug 吗？可以抓得到啊？为什么？可是不是啊？我的重点是看不到对方啊！锦惠镇，你是东还是西？上面东吧。要先出来，再一起进林区。哦，有可能，有道理。如果我一起进林区的话，我们还进得去吗？不是，怎么我欸？我觉得不可能欸。哎，我刚刚就在这样子啦。哎，这样啊，所以我刚拇指快断掉了，就你快掉，我的拇指快断了。你在干嘛？我先确认你会吗？你不是会吗？你不是也会吗？会啊，我会啊，我会啊。他竟然没有那个摆出很帅帅的姿势。因为这里不是加勒尔啊。你要看哦、喔，我抓一只出来给你看。我们先一起传过去。好啊。对，我不相信再试一次，再不行就算。这边也有人说已经是独立的、欸，那我试试看啊。你说过来这边好。林区夹口吗？还是我们用走的过去？没有吧，先在夹口看看有没有。我到了。你也传太快了吧？啊，你说要传我就传过来了，啊，你才跟我说你要那个。等一下，我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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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到，看到你在林区夹口。等一下，先不要进去，先不要进去。你看到我哦，好，来。我现在看得到你。然后嘞，然后嘞，走进去，一起走进去。然后呢？我觉得就是这边呢，这边才会登录说啊，你是橘色，你是紫色。我靠，我就看不到你了。哦，看不到人。对啊。真的耶，所以我们不能直接飞下去吗？哎。之后看到对方的古代总歌。之后看到对方的古代种跟未来种，所以如果我们是同个版本，我们还能一起进去吗？我们是同个版本的话可以啊，因为我昨天在同跟我一位叫安妮的实况，他昨天有跟我一起下去，所以我才想说可以。哎，啊，我们被版本排挤了，完了。哎，好，我先下去等你了。我又回来了。好吧，看来不能。哦不，我下来就跑到地灵区了，白痴哦！我下来了，我也在地灵区了。嘿，你在哪？没看到人，又没看到你了。哎，看来，看来这是注定不能一起玩的一生吗？哎、欸，嗯，什么？我干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我遇到你的企鹅哎、欸！你有遇到我的胖丁吗？吼叫哎、欸！我看到你的胖丁了，抓起来！他叫吼叫哎、欸、啊，认识一下。哎、欸，遇得到哎、欸欸，遇不到人，但是碰得到宝可梦哎、欸！哇哇哇！哎哎、欸，可爱可爱可爱！可愛古代种啊，古代胖丁也长太可爱了吧？很可爱吧？啊、超可爱的。现在是在某方面的各自行动，我在各自找对方的宝可梦。好哎、欸，都一只猫猫了。那连线还是有用啊，只是看不到对方。哦，可恶！我就说这游戏没有抱抱，没有什么的，很难过哎、欸。想干什么？是什么约什么的游戏？大家一起睡觉。对啊，这样有什么乐趣？不能抱抱，不能我的意思就是可以遇到对方的宝可梦。啊，对，我们原来是要这样跳下去哦、喔，可恶。那如何做呢？要同时跳、欸，哎天啊！这算是正规的那个做法，还是其实是 bug？
不知道，因为其实我刚刚在楼下就只有遇到吼叫喂，可能是真的可以这样啦，时空错乱了，时空错乱了，因为我现在往下面开，吼叫喂，像我跟繁星的画面应该会完全不一样。我还遇到我的其他的哎，所以你等下会遇到一个古代火神了。我是遇得到我自己的对对对，我也遇到我的古代火神了。还是这是连线了就可以，但要在隔壁才会出现对方的宝可梦。哦，所以我们的那个人要在附近就对了。我们不能走太远，是不是？看来是这样。我们现在是要通灵，我们正在走到哪吗？我们是要荧幕分享啦！我天啊！好我现在你荧幕分享一下，我荧幕分享一下。真的假的？耶耶耶！我们现在可能必须看到对方在哪里才行。可是我想想，我要怎么分享？OBS 吗？我跟 OBS 你自己截一下好不好？ Yeah. 好啊。那你也给我你的。我分享了、啊。Okay. 那你是看 OBS 的画面哦、喔？对，我是看 OBS 的画面。太困难了吧？那、啊、不然你们怎么用？没有，我就直接拉一个那个啊，荧幕截取视窗出来啊。你对 OBS 点右键，那个画面点右键嘛 ，Switch 的点那个点右键，然后呢？然后你点那个一个投影仪，建立来源投影仪，有吗？我没有这个东西。欸、我的好像跟你长不一样。哦，我的是绿色的啦。哦，我的没有。啊，该换绿色喽。好哦，我改天要换再问你。我去看你的台好了啦，因为你缩小之后 OBS 就不见了。没关系，我看你的那个，我看你直播就好，你关掉吧。OK。学学台的观众大家好。学学，你看地图上有没有黄色点点？就是对方。哦哦哦，有哎，有黄色点点，我看到繁星在哪了。可是不对啊，可是我，有黄色点点，可是广告。可是不明显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在地灵区跑，他地灵区地图不会跑出来。我的重点是这样，我们先从通灵开始，通灵史上最大通灵大会开始耶、yeah、！OBS 荧幕视窗右键可以投影，视窗右键，麦克是投哦，有了全荧幕投影。也不用全萤幕啦，有投影就好了，那自己拉啊。那你截那个给我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，有人。等一下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那个建筑物是哪里？我在那个一号，就是我们刚出来的一号吧。你说刚刚房子那边吗？欸，好像不是欸，不同。对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欸， yeah, 我看到，有，好像这里，好像这里，好像这里。等一下，我确认一下哦。我切一下，有，前面有两棵树啊，两棵树，有，好，同步了，同步了。给你。那我不用看你那个了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了吗？全荧幕投影域。请问你的皮舌头一直伸出来很正常吗？我不小心看到的。哦。好。你不用，你分享错了吧？你这是分享桌布欸，你分享也可以分享四川啊，黄。可是这是全荧幕投影预览欸。啊，你这样子，我分享到什么啊？你啊，没有，你的 DC 要那个啦，截图截到那个啊。你现在 OBS 有按那个吗？投影出来了吗？有啊，我是按全荧幕投影预览啊。所以你现在应该是看到我的投影出来的 OBS 的畫面。我是只能看到你的桌布欸。桌布？为什么？这是 bug 吧？我还看到你的一些程式欸。想有吗？没有。好哦，看来这个程式不适合我。色色的哪有色色？我才没有色色。你在攻杀回？哇，你有在用 CSP 哦？对啊，有啊。哦。哎呦，只是很少在用。我买到现在根本没用过。哇。没事啦，不然就我去看你延迟的画面。延迟的画面？那你的，我想一下，我怎么把延迟窗弄出来？哎、欸，
我的私闯、欸。一直吐槽的萝莉还没有人。欸，我怎么把你私闯弄到跳出来？哦，有了有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调整一下 OBS， 我要跳出来，我要把我的荧幕上放你的画面，不然我找不到你在哪里。那你舌头要伸缩回去了吗？没呀，不要吹，不要吹。等一下欸，那个什么在哪里？我现在开个小视窗，看着繁星，它在哪里？你们等一下。林蛋姐嘞，红牙安安，他又在转圈圈呢。我看到有个男人又在转圈圈呢。啊，林蛋嘞，摩托车很晕。为什么你要欺负你的固乐顿？真的是史上最强通灵大会。好了，你在这吧。哦，上面。还行啦，延迟一秒而已。秒还行啊。对啊。好诶，好。好，我们往前走，走到栅栏地方。好诶，好诶。我这里没有看到任何的那个古代种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。我被撞了，踩到死了。好，我被长颈鹿撞了。哎、欸，我被鸟啄了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没能逃掉，为什么？等级太低吗？不可能啊！逆鳞是在大坑捡哦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逃掉了，逃掉了。好，我们继续走。人家看着好，我现在经过一棵树了。隔壁有水晶的树，好，继续往下。好，继续往下，耶！哎，我看到那个机械火神二了，你有看到吗？没有，没有哎。往回走一下，往回走一下。没有啊，我的没有，我的没有。这里有，有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有哎，所以事实证明你的我也是看到的，卡耶。你那只就在这里等你抓。哎，这是我们抓过，我就抓过。你去撞它，你去撞它，看有宝可梦球的图案。啊！你摔下去了。嗨，是的，请直接从那个崖崖一段跳下来，谢谢。我要跳这么次，不好意思、欸，你走那么姿势，等一下，女人闭嘴。跳！我叫你跳。等一下，嘴闭闭。等一下啦。我们现在在通灵大会，你没看到。你也想抓？不是，现在没有没有，我有抓过了，只是我好奇说，哦，你现在正在抓，我抓得到吗？我看一下在哪里。你有没有？你可以站在一个明显一点的标的物旁边吗？你那里石头有没有看到一个圆圆的？哦，有有，我看到那只鸟在走路，有没有？有我在你隔壁，我在你隔壁，我在你隔壁。有，那只鸟你有吗？啊，我有了啊，这普通种的啊。好好，我继续往前，继续往前，我们就往那棵树前。好好好好。哎呦，那棵树，有没有看到那棵树？好，我们就沿着这个树下坡，下面哦，好，沿着它下坡，它不是有一条下坡啊？对你要去哪里了？等一下，这女人太狠了，这女人一言不合就跳崖。你那边有石头哪里啊？旁边有瀑布吗？有，你看着瀑布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到，又是，没有，我抓过了。你在哪里？我在瀑布旁边，瀑布的石头，你来瀑布的石头好了。瀑布的石头，我现在在下面一层哦、喔。嗯、啊，你往下跳一层。又在下面吗？没有，我跳下来啦。你先转一个画面，看有没有瀑布。我看到你的古代房顶。对吧？你画面调一下，往后看，看有没有瀑布。有一个瀑布。不是那个瀑布啦，你一直都没回头，你一直往前看，回头。回头，等一下，回头，我看这瀑布，
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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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了好了，有没有？我在瀑布旁边的石头，对对对，那个原石头。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，我晕到你了！哎、欸，你有看到那只吗？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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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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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这是你要旁边呢、欸。第三区有秘密洞穴，可以抓到未来种艾露雷朵跟古代种暴飞龙，真的吗？哦，那个地方我知道，我等下带你去。好。哎呀，可是他还是会再好，继续继续走，我们看一下往哪边走。嘿，找一个标点。等一下啦，等一下补图鉴啊，等一下图鉴再跑啊。我等你，我等你，我现在只是在看，我现在在想说我们要去哪。樱花早安。好耶。好了，好，你向这边跑，我看到了。好，我们朝着那个基地的方向去好了。那个叫什么观测站、啊？那是一号基地啊。那你一号基地，来来来，你往那边走，隔壁那个斜坡往上爬。嗯嗯。我们往那个斜坡上爬。那、哦、好，我看到一个斜坡了。嗯嗯。哎、欸，好恐怖哦！什么东西？我看好多古代。你如果离太远的话，那个机器人会闪现。啊，古拉多！我抓一下这个。你在上面一等一下，那边会有一个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了。等一下、欸，我看到你了！哇，哎，是我，小雪是我。哎哎哎，繁星看了我。你继续爬，你继续爬，你继续爬。笑死，这种机子。终于相见的两人，好可怜哦！我在这里偷灵偷那么久，终于看到了哦哦，那队友其实还是可以，那应该是官方的问题吧。闪焰松松，那离太远就不见了。来来来，你在这边等一下，这边有几率会生那个啦，单核异石怪，要等一下。我就想，昨天跟朋友就有看到对方，可是我现在没看到繁星，你知道吗？好，哎，这只是什么？哦，你看，你看这只，你有没有抓过？嘿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那个信天，我不听哦。有啊，我抓过了，我抓过了。好，你抓过了。对，刚刚就是我们同时掉下来的时候，他就在我旁边，我就抓了。命运石之门，我现在在同一个空间的平行世界。哎、欸，我看到繁星了，我又看到繁星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看到了。哎、欸，现在好了是不是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有看到我吗？你可能要攻击一下。靠，我被咬了，被加一秒咬了。耶耶耶，你有看到吗？你有在战斗吗？不是啊，我看不到你。你要战斗，你要去战斗或什么的。我在战斗了，我在战斗了。嗯，为什么你看得到我？哦，这样子你很辛苦哦。你要跟着我，我不用跟着你耶。这样好像累的是我耶。为什么？怎么办到的？离远一点吗？他刚刚突然出现了。哎、欸，我刚看到你在我的背景后面，可是你现在人在跑，我们现在完全是两个背景。你有看到我在你的背景号？有吗？你看我画面，你看我画面，你看我画面。我知道啊，可是我就在努力在看，说奇怪，你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我知道你在打啊，可是你在打的那一只，我看不到你在打他哎、欸。好笑！我看到繁星在我旁边跑，可是我看不到，可是繁星看不到我。这边有皮丘的毛哦，雷丘。等一下哦。哎呦，我看到繁星，我看到繁星在打过来。为什么啊？我想看你啊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等下，现在是过去太古老，看不到未来的人，是不是？有可能。爬山的特殊，爬山的特殊形态，我不知道哎。安雪莉安安。我现在看得到繁星，可是繁星看不到我。所以我要爬吗？我要爬，我爬看看，我爬看看。好，你爬，你爬。不是，为什么我是把古德上去啦？你看我，有很霸气啊！好了好了，好了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你有看到我了吗？没有，我比较想赶快帮你刷出那个三合一磁怪出来。那我现在看到繁星，从双向通灵变单向通灵。为什么？然后我又被撞了，太好笑了！这到底什么画面？笑死！感觉你的磁场比较强哎、欸，都升你的，没有升到我的哎、
不然待会换我进去你的世界，说不定会有那个类似的状况。哎、欸，对，搞不好房主比较强哦、喔。嗯，有，我现在看得到繁星跟他很乖。他现在就繁星带路跟着，好哎、欸，好，现在就繁星带路。没有，现在就在等这边啊，这边有一只啊，可是有一只三合一只怪，只是没有刷新到。对啊。所以再把这边怪清一清啊，用类似够清怪，哎、欸，臭蚱蜢，臭蚱蜢。OK， 又被撞。你刚讲完我就被撞了。还是这边晚点来，因为我这只也是遇很久，我这只是最后一只才抓到的。好。好啊，那我们等一下，我们从别的地方也有。对。这里也会有古代什么火神恶魔早就抓过了，抓到了。智商比较强，繁星等等要去卖妙苦龟龟。啊？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是他看得到我，他才要去拜拜吧？我看不到他才是很合理吧？现在繁星是模型啊，我是人。你才是模型啊吧？我看不到你，你看得到我哎、欸。好了，好，那我们下去吧。哎、欸，对耶，我才是模型啊！哎、欸，现在我是模型啊，繁星是人类，我现在是他的背后灵。那我们去二号，哎、欸，直接去三号好了。我们去三号，那、欸、你竟然会不会看到我在床上跑啊？哎、欸，竟然后又看不到了。哦，那就好了，你的眼睛正常了。那我们去三号。我们去下第四区好了，耶、yeah, ！第四区。三区不是三区。你怎么那么皮？刚不是说三区？不是四区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你的四区长跟我们不一样？三区啦！他们到三区啦！这女人好失控哦！耶、yeah, ，游戏好，三区来出来，出来出来！你不是想抓古代种的那一只吗？对啊对啊，因为繁星在三区、啊。然后我现在面对着那个大空洞。好，那看到了古代种、啊。对，你看不到我了，完蛋了。嗯，来，骑上坐骑。你向左边轻轻的看，有没有看到一棵独立的树，在那个洞里面，然后往里面往前面走。右下右下。你撞到那棵树之后停下来。右下，冲啊！然后开始互相，好了。到了，你太快了吧！我刚刚我用喷的。然后你好，你看看左边那颗石头，有个小缝进去。看左边那个石头。吉利蛋，白痴！为什么你有遇到吉利蛋？这里面蛮多的哎、欸。你在哪里啊？啊，你另外一边，往左边，往左边，左边对到过那颗石头，往旁边走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过头过来，回头。你看我画面。对不起，等，现在好卡，白痴又是谁撞我？白痴长颈，对对，那个洞，对，原来他是长颈鹿，对我，他还打我。哇，平行世界的游戏耶！那在这里面，啊，我看到约伊布，我要抓。哎，对不起。哎，我离开给你，我去打前面那只。你抓过了吗？你离开后，他就消失了。欸，他怎么这样子啊？所以抢怪状况你要抓起来，然后再交给我耶。Yeah, 好，以后知道了。我绕开，胖丁我都绕开。啊，就这边，里面你跟着胖丁走。对，他还追我，他想打我。快点，里面有一只，快点，暴飞龙，遇到了。有看到？在哪里啊？不是，不要看胖丁，看我，女人。你在哪里？女人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暴飞龙古代种看到了，来了。啊，那胖丁交给我处理了。啊，暴飞龙交给我处理了。哎、欸，又一只，那个我的那个，有看到吗？你画面调一下位置。等一下，我现在正在跟那个打，你等我一下。不是，你现在可以调画面啊，位置可以调。我看到闪现的，哦，有梦妖。对，这个是我的梦妖。你们就是觉得暴飞龙很像凤凰，真的耶。
繁星变成工具人，你帮我再给我。我不要啊，靠自己，靠自己，我不要。我不要。我是说他刚刚踩了那个月衣服，然后不见。我不要，我就说你要花多少，你要出多少。哦，你这只火衣服是那个的齁。钛金的对不对？抓钛金抓到的。不是，是路上捡到的。嗯，那就是路上钛金的啊，是吗？不是路上钛金的。哦，路上野生的啊。野生的，一般的，哦、不是特殊的。哦，这只暴飞龙蛮好看的耶。然后繁星就去打吉利蛋了，啊、嘿，没错。繁星就去打吉利蛋了。我不知道我要干嘛。来 ，Let's go， 把梦妖打掉。开始黑市交易的宝可梦买卖人口，没有没有，我抓他的，他抓我的，很公平。我们现在是合法。我们是互相。互相。看我，女人看我，于是繁星如此爱好吃。啊，你这个请问一下，那个雪雪这个洞会有出什么他的啊？我不知道、欸，我没有把所有会出的背起来。我在问你的观众啊。我现在唯一没抓到的，应该就只有机械艾露雷多吧。艾露雷多哦，你说那个两只合在一起的？艾露雷多就是沙奈雷多吗？啊，不是沙奈雷多。原来这代有个东西叫沙露雷，这代的那个未来种的艾露雷朵长有东西，他就很像 Mega 后也有穿 Mega 后的那个啊沙奈朵的裙子吗？嗯，铁舞者，他叫铁舞者哦，他全部都写个铁，我就觉得哦，我遇到了，我来了，哦，繁星，刚讲完就遇到，这是什么人品？那是我唯一，应该是唯一还没抓到的未来种。我还在抓，他还是不鸟我。请问福他雷的福他奈朵，繁星，我也要这只。不是，你还有两只要抓，你还有两只要抓。等我，我快点抓完。啊，不是说离开先机球啊，白痴，不能离开。对不起。啊？他为什么不能离开啊？还是因为连线问题啊，因为我在这边抓这只暴飞龙都是离开进来抓，离开进来抓的、欸。哇！哦，等一下，连线不能呢、欸。哇，你刚刚没事，我帮你看一下它的图鉴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啊！干嘛死了、哦？我输掉了，我被暴飞龙打输了。嗯，没事啦、哦。我们真的日常散发欧系没事 ，OK 的，我觉得可以。叫一那个我家仙一出来扛。我再丢几颗球，轩一，你忍耐着，你忍一下，它有点大，真的蛮大的。它短时间还不会进我的球里，你忍一下哦。我带趴渣海胆在身上干嘛？它不能生，它不能进化，它不能生啊。没有，它不能进化，没错吧？趴渣海胆能进化吗？不行吧？这带可不可以？不知道。哇，好齐全。哎、欸，你后来也是选猫吗？猫、啊、水跟火要怎么处理？靠观众。好、哦，靠你们了，耶、yeah ！就是反正就是生一只小只的给你就好了。那生蛋超简单呢，你吃个料理之后，你一分钟内生十几颗蛋给你。哇！啊，孵化呢？孵化什么孵化？就是孵蛋，不是听说有比较简单？孵蛋直接就一样啊，火焰之躯啊，那到处跑啊。他说这带火焰之躯没用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对啊。那更简单。那反正就是一样到处跑啊。我是不知道啦，因为我还是有带火焰之躯，就跑大概四分钟吧，蛋都生出来了。哦，我是回到那个学院中间的广场跑，因为学院中间广场比较大，不会被撞。对啊，你就是你的类比用橡皮筋锁着，你就去看剧，这样就好了。用橡皮筋锁着是要怎么锁？没有、啊，就类比右边往右下，左边往左边啊，它就一个它就会绕圈圈啊。可以吗？这样还好理解吗？
理解了。嗯嗯。哎、欸，你那只不行的话，打死了。这边还有一只暴飞龙，我可以在那边帮你站点。你去，你回去，你出去，然后补个血再过来也可以。等一下，最后一次，我再丢最后一次，我都把它打残血了。去去去，一样的料理，料理我减少部署。哦，就是吃。这带的料理是这样吃的，我都以为是哦好吃就把它拿去吃、哦。有减少步数料理哦。嗯。那更好生了哎，天哪、啊！钱香恩，现在右上角是繁星的画面，我们正在进行通灵游戏，所以你要进我的球了吗？料理的能力有个蛋蛋力。可是这样就要去查哦，哪个城市加的是哪一种蛋？欸、没有蛋蛋力直接去吃那个啊，吃商店的，我就直接隔壁商店吃一下，然后隔壁就出口了，走出去啊，马上到了。这次难抓到，我在怀疑我在抓神兽。我那时候是梦妖比较难抓啦，我那时候啦。好欸，我让他睡一下好了，我觉得他该睡了。我感觉我怎么被灼伤了？亮光室里面很完全，奇数奇数奇数耶！唱歌。哪一年同学是阿伟啦？哦，算了算了，逃！我出去拿个血，绕跑！我要怎么出去？这里是哪？我是谁？往亮的地方走。往亮的地方走，我看到一只暴飞龙了。不是那边，你在哪里？我在暴飞龙。暴飞龙面向的位置就是出口，他已经指引你了。有没有往前是吉利蛋？看到了。对，继续走，继续走。学等回家再看台，好，你慢慢来，辛苦了，照顾家人辛苦了嘿。到底谁会把洞藏在这里？我也是那时候无意间走进来遇到的。不然谁会无聊走进来这边？真的，谁会无聊走进来这里啊？对啊，太无聊了吧？太无聊了吧？你等一下，那个奶血的地方在哪里呢？啊，你过头了，哎、欸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哦，对对对，直走，碰那棵树是坐标，然后往左边走。往左边走，哦，看到了。对。我啊。我先去拿一些，我现在是神伤过度，我需要一点血。我第一次到这个痛苦是因为跳瀑布，真假？噔噔噔噔噔！我这带没有任何一只准神，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抓一只准神？没有，你还是都要补图鉴，一定要抓。对吧？哎、欸，我的意思是要不要把它练起来？哦、就是因为我现在都不是整整，都是挑一些弱弱小小的小可爱。你有没有地面系或岩石系的啊？完全没有。那该练一只的，其实打太晶洞要用的，蛮累的。不是，但是你打太晶会更累。这一代其实蛮吃很多东西的啦。就是你基本物理攻击的属性。18种都要有，那特殊属性也都要有。所以我就说我这代根本就是在玩困难模式、啊。没事啊，在附近。没事啦。欸，你在哪？为什么你地上有奇怪的图腾？欸，我回来这个洞，然后就不见了。它刷新了吗？欸，没有啊，欸、还在啊。我就说我帮你踩着啊。耶、yeah.。欸、啊，我对你多好，你居然这样子。谢谢繁星哥哥。我哥的年纪应该要叫叔叔吧，小雪妹妹。啊，有到叔叔吗？有那么夸张吗？你不是年轻吗？你的年轻是几岁？你不是还在念国小？屁啦！你现在不是国小生，你然后你这个刚刚吐舌头的是谁？屁！那请问刚刚吐舌头的是谁？这个小雪是谁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你三手二龙有遇过了吗？哎、欸，我遇过了。好、啊，那我抓了。我就说我只差艾露雷多，其他都没有。
哇！为什么这只反而效果不好？哦，效果不好，打到残血还集中要害，吓死了！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没错，我们是外表看似小学生，内心异于常人的。承受的女人，没错，这真是龙家二。哦，阿罗伯特呢？我丢了，龙家二。啊，龙家二妖精就会被打烂哎！哎，我看见旁边有一只，可恶！有一只什么？没有，你的三手二龙。你抓，你不是正在抓？我正在抓啊！他把我咬，他好痛哦！超痛的，你的龙打的让我好，也把我打得很痛。哦，开光墙了，开光墙了！你不要再打我了，痛死了！我真的怕我一个那个下去他会死。我到底要带谁？哦，抓到了！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妖精克，我知道妖精克龙，但你看一下我的妖精等级跟对面的龙的等级，你不觉得他就是会直接快乐的死掉吗？可是我不敢打他，不然打他打得太那个啊。bang。没有，我刚刚有一只。然后七十等的，我这下去他真的会死，真的不要开玩笑，真的不要开玩笑。人家好不容易遇到了，一直在这里踩点给我，用唱歌睡他会比较好抓。唱歌命中55哎，你还没唱到可能就死了哎，你还没唱到你可能就死了哎。血量拼不了麻痹了，我们唱吧，只能唱了。可是这只怎么那么难抓？我抓这只开始怀疑我在抓，我开始怀疑我抓的其实是神兽，尊神。没有，有一只普怪也很难抓，那个谁，巨精怪那系列都很难抓，又没集中。巨精怪他就是故意设定，他是准神啊。巨精怪是准神，然后都会设定成那个啊，捕获率被设定很低。这只其实是准神吧？红明月，你是准神吧？我长得不像准神吗？这边岩石我捡了铁蹄光线，哦，是吗？哇，我在这边打了好多吉利蛋，好开心哦、喔！真的蛮好的吼。嗯，以后可以简单做个攻略，那个刷吉利蛋地点哦，这里好多好肥。哎，你的版本有吗？还是有啊。吉利蛋怎么可能只有？太坏了吧？不是，它出现地都设定一样。哦，催眠术有啊，这边其实就会有啦。暴飞龙是准神，没毛病吧？我一定要把你抓回家，可恶！你到底要不要跟我走啊？气死了！带回家当地毯，跟你讲，小心一点。带回家踩在地板上，跟你小心，你给我小心一点。我打到我的宝可梦皮皮快没了，我可以去补个血吗？可以，你去吧。好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，不要走得进来，躺得出去哦。繁星，哎、欸，抓到了！繁星，我抓没有，我丢黑暗球就抓到了。我以后不丢高级球，我要丢黑暗球了，酷酷。丑丑球，
黑暗球球抓到了，他洞窟啊，没办法。欸，你出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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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出来，走出来，走出来，快点！走出来！也不用啦，其实这只很好遇啦，看你要不要。那你，不然你在里面继续待着，你在里面继续待着。你听着。没有你，没有，因为外面很多啦，你就在里面继续晃那个青怪，然后看可不可以蹦出你那个啊铁武士啊。我的西游出现，繁星就这样子跑掉了。什么？然后你还有再遇到吗？遇到什么？铁武者不是吗？哦，没有，没遇到了。没遇到了。对。你就这样跑掉了。啊，你说我吗？不是啊，因为等一下后面会很多。好 ，OK。欸，那个存档哦。哦，好，对。存档。拌料理做起来，什么料理？这边不能做料理啊，这边不能扎营啊。我就不小心撞到他了嘛，不回血嘛，现在还不用，我还够，我还行，我还可以顶一下。三手二龙有够多只，三只。所见之处三只，你要不要先出来？我们往下一个地方走啊。不找铁武士了吗？反正那我们最后再来这边堵他就好了。有道理，反正都知道在哪了。对啊。那个传说中的稀有出现，看起来应该是一趴哦，有双手龙，可爱，我撞一下。欸，路口有梦妖。啊，等我一下。欸，你那边没有三手二龙那些系列哦、喔。没遇过哎、欸，哦，刚好第一次遇过，所以我不知道我的版本有没有麻痹你。哎、欸，你又看到我了，好、哦、白痴，那是我的小萤幕，白痴。我看你的小萤幕，我看你的实况台，我看到我自己，我想说，哎、欸，你看到我了，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。我这次方便对位用了，第一次去有古代盾甲，哎、欸，你抓过古代盾甲吗？哎、欸，对耶，没有啊，反正等一下我们都要去第一次去玩啊。第四区会遇到三只吧，你会遇到我的盾甲跟谁？对啊，魔那个败露球菇。OK， 哦，双手恶龙只有猪板有啊，刚没抓到。没事，下面很多，你不用怕，下面很多。你先抓洞口的那个梦妖。我看到了梦鸭，我来了，我撞你。Oh no！ 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猪板的都很可爱？是不是该来玩猪板啦？再拼一次二十八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第二次知道道路应该十七小时就能速通了。哎、欸，不是速通的问题，是你的宝可梦等级上不上来的问题。有道理。对啊。啊，题目都会了，重点是。等级不够啊，体力不够啊，直接当药王。没有，其实我想一下，那你还要钱呢、欸。黑洞，可是我觉得我迷路就花了很多时间了，所以其实应该是還……那你现在纸板把路线背起来，要背到那种眼睛闭起来都会跑的那种。好难哦，天哪！哇，刚刚那个。铁武者没抓到，好亏哦、喔！太亏了，谁知道离开一下就不见了，吓没了。看来是一趴。我每次玩宝可梦都是那几只一趴抓的，我最累。像上次剑盾，你知道那个湖有一只那个什么老翁龙，我遇了半天都遇不到。哦，那好像是盾版限定，对，然后超级无敌难抓，超级无敌难遇，是连遇都没遇到。我是交换过来才知道、哦，原来你长这样。然后他说，在那个湖，好，我在那个湖绕了至少十圈，我还是没看到东西。盾甲啊，我刚刚那个铁三回的嘞，有没有存进来？对啊，可是我的图鉴里面没他哎、欸。哇，那代表你没有抓到就不会进来就对了。三没有啊，可是遭遇显示吗？对啊，连遇过打死他那些都没有更新哎、欸。
哇，这算是 bug 吧？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啊，好吧，哎，怎么会没有？哦，真的？遁甲。游戏，游戏，游戏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，我抓完了。好。幽灵妖精。那出来贴着右边走。等我一下。出来贴着右边走。然后你撞到那棵树，隔壁会有败露球、啊。我看到一个那个。对，这个就是一样，古代姑姑。等一下下面会很多，所以等一下如果不小心死掉或怎样的话，不用怕，不用难过，不要担心。就。啊，你古代种最多满街跑的是哪一只啊？像我这边是长尾猴啊，就胖丁。鸟吧。你说那个。鸟会满街跑吧？我记得。哦。这里还能算洞穴吗？不算。那我用高级球好了。它古代种真的很有，其实很耐看。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是吗？因为繁星一直在我抓的那一只旁边绕圈圈。你点的盾甲是未来盾甲，我知道啊，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啊。未来盾甲这里遇不到，要去下面。对，我知道，没有啊，他们说我刚刚在看图鉴呢、啊。游戏，你抓到了？抓到了，抓了，这真的很好抓。好，那我们去那个，我们直接飞四号。好，我顺便拿一些。嗯，输，好，走到输了，是这。哎、欸，你去哪里？嗯，树左边。哎、欸，你又去哪里了？我在哪里？我是谁？哎、欸，不是这棵树。哎，你看一下。我看一下什么？你看一下我现在在哪里？我怎么知道你一直跑，而且还有一秒延迟啊？你爬上去，上去。上去，应该这里吧。就有最快的方法、啊，你飞回去，然后再传过来，再坐电梯下。下第四区吗 ？OK。对吧？飞。第四区可以抓神兽，学。打得早。我知道我的神兽应该是在第四区。就是可以拿来交换用。对，我是说我自己的固热盾跟灭热盾，我可以把它拿来战斗吗？可以啊、你说骑的不行，骑的那只不行。嗯，骑的那只嫩，不敢打。刚刚看到你嘞，瞬间，第四区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好。你这边也是太金的碎屑，就对。所以你的地下跟我地下长得没什么不同。有没有前面就有双手恶龙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。骑的可以站起来战斗，可是要怎么切我忘记了。骑的可以战斗，真的假的？嗯。木大。怎么站？可以教我怎么站起来吗？我看到双手二龙了耶！谢谢繁星。我撞。骑的神兽，我知道可以转形态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转形态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知道可以转，跟我。不知道按钮是哪一个，没有冲突吧？嗯啊，你说的都知道，不是重点是哪一颗按钮，不要跟我说可以变换形态，我知道博士亲自跟我说，但是我就不知道哪一颗按钮好不好？对啊，哪个按钮啊？按插对神兽按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懂了。有转换手册在哪里？有这东西哦、喔。按叉叉是不是 ？OK， 叉。OK，
我差。对着神兽按叉叉 ，OK。啊？他不是骑在？哦，你是说把他叫出来了、哦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坐骑耶，坐骑要怎么叉、啊？哇，差一点。这只是有高。哒哒哒！哎，怎么没有遇到一些特别重？没有，因为你跑掉了啊。没有，我在你附近啊，我在你附近啊。是吗？对啊。那应该是还没刷出来，因为我现在也没看到，画面只看到你的古代种。好，那我把它打掉。去吧 ，Let's go！ 叫出来，放进队伍。暗叉。怎么叫啊？哦，对战形态是。哦哦哦哦哦！哎、欸，真的可以战斗哎！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好，我刚抓到，等我一下，我试试看。没有啦。进队伍就不能骑了，是不是？他要破土了。好嘞、欸，有人我就可以把那个一跟三弄出来了。耶、yeah ！我看看哦、喔。按叉叉。他、啊，你要有一个空间。不行。哎、欸，我的古代盾甲。来了，嗯，你的是古代盾甲，对啊，不是遇到我的现代的盾甲，你遇到你现在盾甲，没有，我是说你遇到的不是现代的、喔，原来古，哎、欸，我以为它会分开，等一下，我先空一个位置试试看。然后对着密勒盾按叉，没有啊？我哎、欸，奇怪，凡心，你刚怎么改的？那就要对着按 A 吧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那要怎么？哦。嗯，你刚说古代盾甲在哪？怎么看到？在后面啊。长毛象，不撞。奇怪，我的未来盾甲呢？等一下应该就遇到了。熊尾牙。哦，你的是在下面就遇到是不是？啊，反正我就有个地方盾甲蛮多只的。嗯，他会用地震，要求怎么这么凶？对，今天跟朋友联动，临时揪的，怕。去暗球。我们现在在通灵大会，哎、欸，他这个古代种配招也配得太凶了吧？就很凶啊！这叫野怪，太可怕了。哎、欸，野怪地震终极冲击，那个我都不用再配了，你知道吗？太恶了。你那只死了哦，想说你要死没关系，前面还有一只。我抓到了，我抓到了。我们继续往下走吧。那、啊、你下面还有什么啊？下面我的好像你都抓的差不多了、欸，好像是先帮你看可不可以遇到盾甲吧，然后再就抓神兽来交换吧，应该就这样吧。嗯，我看到一只盾甲，
然后有没有什么就是我们版本限定的东西？自己刷了一只信使鸟。你长力士，我刚刚抓过了。力士你抓了，对你刚抓，我看着你抓的。你在哪里？信使鸟特别多。我现在在这个，你看这个大大晶晶的旁边。好好好好好。我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嗯、啊，你往下了。好，没事没事。这里有没有看到栏杆？我在栏杆旁边。哦，没有，我在看宝可梦认人。好，往下，继续往下。慢慢慢慢刷。然后你的比较容易出吗？干嘛？是我比较强吗？阿呆，我到姑姑旁边了。哦，好，经过，走，我们就往下。哎呦，我的出了，但是还是那个土龙弟弟、土龙姐姐。姐姐有两个形态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是两节跟三节，二节跟三节。可是我不知道他二节、三节判定是怎么判定，就多一个肚子啊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进化判定哦，随机。哦，随机哦。嗯，跟一家属一样啊。哦。我经过胖丁了，没进化过，我也经过胖丁了。一家属他进化会有3%，哎，几趴？7%还是4%几率是只有三只老鼠。哦，嗯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胖丁旁边。你在胖丁旁边？哦，我也在胖丁旁边了。你这边会出盾甲哦？我不确定这一层有没有，哎。应该还是我先带你去打神兽啊。好啊，走。我那天是不小心摔下去，就摔到他旁边啊。沿着海，对 对, 對，就摔到他旁边，然后就哎、欸，好吧，既然都到了，打他好了。应该是绕这边就有了。跟着绕，跟着绕。对，有一条路应该进去就有了吧？哎、欸，有个洞哎、欸，要进去吗？你在哪个洞？旁边有个洞。我看一下可以捡什么。哦，掉下来了，水太晶碎块，它有个小洞窟。嗯，你是什么？完蛋了，反而没走正常路，反而不知道在哪里耶，要死。说不定你走的那条才是正确的道路。哎、欸，对对对对对，沿着走，沿着走，我看到了，那个斜坡往上。等一下，我撞到了沙灰。哦，花花还没长大的花，还没长大的花。噔噔噔噔，主播。我听说你抓到未来种了，我想看。你听谁说？女人，你听谁说的？女人，高喜走那么灵。这个抓的过程很白痴啊！你晚点可以跟番茄连线，就是我们远端就是通灵，然后一个一个慢慢。要知道对方在哪里。对，你要知道他在哪里，因为我们看不到彼此。然后是那边玩家要到附近才会生那个怪。如果你今天要抓未来种的话，出现该版本的怪，非常的尴尬。因为你的宝可梦是会生在你附近的那个。这里感觉特别大。哎、欸，你继续走，你去哪里了？那不有沿着路走吗？有啊。不然啊，你怎么走到这边来了？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啊，而且这区也没地图。这是哪？好空旷哦，感觉很适合孵蛋哎。左边，左边，对对对对对。这里。你看有没有沿右边右边沿着右边小路走，右边右边右边。哎呀，有一条小路，有一条小路。对，沿着路走。这在神兽场这么深的吗？太深了吧！刚好在跟番茄说，我想卡这个 bug。哦，哎、欸，阿莫怎么出来了？哎、欸，你走错边了、啊。我看到斜坡了吗？不是，应该不是这个斜坡。我敢，还
还是我们直接从上面往下跳？据说繁星是不小心跳下去了，那我们就爬到一个很高的地方往下跳吧。好诶、欸，而且我应该先去奶个血。哎、欸，这里是不能奶啊！我看到了，这去能奶血吗？你罗西，这有得奶吗？没有啊。你怎么？嗯，你现在在？哎，继续贴着右边走，右边走过，哎，你面对门右边，然后就顺着有个小路走，有看到吗？顺着小路走，有啊，有个小路，不是那个小路，不是那个，要地板上有那个有路，地板水面上会有个小地板的凸出来的路。我看到你在群组里面打的了，可以啊，这很好玩呢。我找一下，我找一下。阿香早安。我先奶血，我先奶血。哎，到呢。算，好像不用。沿着右边的小路走。到这里吧，就是这条水路吧，长得像水路的东西。对，沿着走到底就有了吗？没错。所以你已经找到另外一只固乐顿了。我已经抓到了、啊。大师球吗？不是啊。当然不是啊。这代有没有会跑的怪啊？会跑的怪。对啊，这一代不是都有一只会全地图啊？你遇到之后就跑给你追的。没有哎、欸，这代没有。我还少了谁啊？在这里，沿着摩托车开开开开开。啊，是在哪里？我怎么觉得我绕了一圈？我路过了斜坡啊，斜坡上面啊。哪里？斜坡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刚刚一直直走就到啦、啊，跟着路直走啊。你又回头了。我头上的斜坡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抬头。抬头。嗯。到底在哪里？上去看看，你上去看看。这个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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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眼睛很大哦，女人。很大很大，我就想说，沿着路走，好，沿着路走，我就一直沿着路走，我就走了一圈，嗯，奇怪，怎么出来了？为什么他有事？一二三啊，库拉顿，不，盾甲啦。你看，安妮。这里，因为这个主播他人在上面，所以现在正在设这只 bug。那算是 bug 吗？可是这如果不是 bug 的话，我觉得很好玩哎。他在这边抓神兽，他这边可以刷闪啊，但是啊，听说这只不给闪不是吗？不是，第一只不给啊，这只有人说给闪啊。真的？哦，嗯。气场地，真的哎，对不对？没有稍早更好笑。我们那时候是误打误撞，就是看不到彼此嘛，想说啊，应该就是这边是个人的区域嘛。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在这边跟你交换宝可梦的时候，你也看得到，我也看到你，就跟这个葡萄的，就是看不到彼此。就我们就刚刚就是想不开跳崖跳下来那个第一层的时候，发现说，哎、欸，我怎么看得到你的未来走呢？我们就开始在这样慢慢玩，可能很快就修了哦。好，我们享受到了，开心，终于有享受到 bug 修掉之前的游戏了。雪雪，加油加油！好，然后去吧。然后我的那只刚好是爽朗哎、欸、固执个性的，然后 V 刚好是速度有攻击啊，很开心的。要修了伤心，你觉得很好玩啊？这个修掉很可惜。
我72等。这不确定是 bug 还是说他本来就长这样子哎、欸？对、啊，就是不知道啊。都是固定的，但是就是关于说我们进到对方版本能看到对方的这件事情。对啊，要修也是先修连线吧？那是在干嘛点头？哎、欸，为什么都是我的盾甲，你的盾甲里啊？我不知道哦。神兽数值都是固定的。三米啊，运气好的话可以拼到4:5啊。悖论总有闪，我知道啊。我在想要不要刷刷看，要刷看看闪吗？有人找到这只闪是什么颜色吗？如果是红的，我们就刷；红的或蓝的就刷，绿的就算了。我记得那天有跟我们家宝可梦看过，猪的话是灰色啊，黑色灰色系列的，很歌德，蛮好看的。嗯嗯，银色的刷了啊，对，银色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它是。那我们就不在这边啦，我们回去了。这个你自己这边再刷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哎、欸，那我现在先、那個、独挡、啊。对耶，那你独挡的话就离开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没关系，先离开啊，那就独挡离开啊。哎、欸，我现在离开，他神兽应该还会在吧？你先离开嘛，离开不在的话，那再独挡啊，都没关系，再开房、啊。无法逃走，我敢。啊，神兽各自各定啊、哦，可恶，害我以为运气太好了。哦，都爽朗，都是爽朗，是不是、啊？那要重开？他不让我逃走。你重开，你重开，你重开。我重开，我会在哪里呀、啊？我会先离开，我会先断线。我打死会复活啊？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我直接打死了。我 打死会复活？好，我打死当，那就是把它当练怪的东西就对了，好。当经验值是不是？哦，那就跟那个谁雷冠王一样嘛。雷冠王是这样子、喔，那么可怜。那雷冠王就是你可以疯狂打死，你打死了你没抓他就会复活。好嘞、欸，那我就直接把你当经验值包包，经验值补包，好耶！真是狠心的女人。那我要回来刷，赢的赢的赢的，好耶！当成经验糖果，好好哦。那我在第四区的门口等你好了。好。盾甲会不会在第三区啊？我觉得我第四区好像没印象有遇过盾甲，你怎么回去？好啊，因为我是在第四区练等啊，蛮常遇到盾甲的。我的盾甲在第四区啦。我的盾甲好像不在第四区。那好、啊，你第三。因为这里第四区就是会遇到刚刚那个。可是刚刚第三区，你还记得我们遇到什么吗？第三区都遇到我的那个的、欸。对啊。而且第三区，好啊，你要睡觉了，真的假的？没，炸琴是小狗哦，要叫两声哦。炸琴是小狗旺旺，我是想听你旺了，对。笑，你也懒得刷色尾，对我想说，反正后面等大概已经玩了一两年之后，就会开始直接送一些序号。我是神，应该不会刷色哦。我反正我就这只刷色尾就好了。我们就来那个快乐刷色尾。可是我要刷色尾，我要想就他居然不能逃走，可恶！还好这是这一代没有，就是那个宝可梦撑住了，他看起来快哭了什么之类的。就跟你有羁绊，然后会抵抗爱心之类的那种，但觉得有点可惜，就不能靠赛更新了。可是毕竟这代其实也说真的就是，会这样比较有以前宝可梦的感觉吗？嗯，对啊，不然走一走啊，解毒了，解麻了，哇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，你好棒，变得太简单了。对啊，前一代是真的过度简单了。嗯。
这代有，这代不是就只有最后吗？这代不是只有神兽那时候撑住一滴，还撑住给你看吗？对啊，这次还可以一滴啊，很爽。个性可以吃薄荷卡，可是这代薄荷不好用。这代薄荷20000块，贵死。不会耶，你带着金币护符打个道馆就给你一个薄荷了，20000多。打四天王也有，可是我没有耶，我没有撑到一滴过耶。还是就是我都撑不到一滴。你开地图超才会刷新吗？还是怎样？什么东西？刷新什么？设为消息是不可描述的地方传出来的，应该还是有锁，真的假的？那有锁我就不用刷了啊。现在重点就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消息可不可靠。阿香，你打四天王有所写过？没有，我这代打四天王应该不会出血吧？所以有撑哦。哎，我第一次去，我要怎么？你这个路痴，你还是先回家好了。你先飞出去，横下来吧。你要嘛顺着路走，然后30秒后就看得到我了；要么就是用飞的，大概10秒钟就看得到我。是忘记地图怎么开？10秒钟蛮好的，对不对？听起来很划算吧？真的耶，10秒钟感觉瞬间划算起来了。哦，准神真的难练死了。欸，他不能传。哦，你那边不能传是不是？对啊。啊，我遇到盾甲了，我遇到未来盾甲了。我来了。快，这里等你，帮你卡着。然后我要带你路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要首先我要知道你在哪里。哦，小路吗？這裡好好好。这里一个很大，有一個大晶晶的地方。请问这边哪边没有大晶晶？跟我讲。啊！我就从那摔下去的啦，然后就遇到神兽了。快快快！我帮你看着他，我帮你看着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是在？哎、欸，你是在白痴哦、喔！好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。因为我先去倒可乐，你慢慢耳抓黑。倒什么可乐？你怎么跟我们主播一样？可乐很重要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的多隆奇了。完蛋了，我有没有可以打的啊？天啊，你们主播还会加冰块哎！早安早安，如果没锁，大不了我再玩一次。所以是有锁还是没锁？不是，所以重点是有锁还是没锁？还是那真的只是不可信消息？可是如果已经确定有锁伞，那我觉得就没有刷必要，我就直接抓来跟繁星交换就好了。就不要浪费时间啦，肯定有啦。我们有刷伞，就是官方打算之后那个活动就嘛。哎、欸，繁星，你有那个吗？你有拿到那个家乐福的那个无极泰纳瑟维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，真假？因为我没玩剑盾啊。哎、欸，原来你没有。对啊，想不到吧？哎、欸，你要玩吗？还好欸，因为我就想说我回去完之后进度其实落后人很多。虽然没差啦，因为我有看你从剑盾开始玩的时候啊。剑盾我觉得算是历代最简单的一代。对啊。而且还不会迷路，也没有冠军之路，大家都在那里骂这撒回。虽然这代也没有冠军之路啦，可是这代有四天王。可是我觉得少了一个进入殿堂的那个环节，我就觉得感觉哪里怪怪的。人家殿堂呢，他说我打完就没了，我就觉得好像少了一个仪式感，有没有？我觉得好像有种结婚结一半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就嘿，怎么我打完四天王了，哎、欸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哈，为什么？
就有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会不会翻车啊？我刚刚没有带宝可梦，哎，就没出现了。你要换地图吧？你应该换地图吧？我换什么地图？没有，聊天室跟我说他打死固热顿就没出现了，不会马上出现。你要换地图。对啊，没有殿堂啊，这太没有殿堂啊！抓到了，谢谢。可以抓到了，谢谢，好耶，好耶。野测，我先传到外面去。我们要回到那个洞啊，你哦。对啊，就是穿了婚纱办了公证但没有结婚典礼的感觉，所以那个殿堂呢？我说那个殿堂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应该你的就只剩那一只了，你的那一只啊？就是、你也没有的那一只啊？我也没有的那一只，我们要来抢了吗？你看到嘿，快翻身看谁先坐过去，然后抢到之后，然后离开那个队伍。Oh no！ 我说你啦，你抢到之后离开队伍，我说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那只好像是你遇得到我遇不到的东西、欸。我没那么狠吧？吧。你干嘛这样讲的？好像我很狠。以前冠军是天下第一强、啊，这次冠军就资优生的概念。对啊，就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。对啊，而且、就是、你看，没有不用拍照，不用登录什么东西的，对不对？都已经挑最好看、最可爱、最帅的东西一起。哎、欸、呀，啊、你不是要回到？你回到第四区了吗？我现在是要往上爬吗？我以为你是用传送回去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传送回去？你打开地图传到传送点啊！哎、欸，快到了，你快到了，你其实快到了啦！你再往上一点点就到了。看到多多龙。你再往上再冲一下，大概十秒钟吧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八，对不对？九，十，我到了。你说第三，哦，我们直接第三区吧，我们去赌呢。我想确认一下，我在这边存完档，到底它会不会真的刷出来？刷什么？我怕我的固热盾不见。哦哦，好，你先去看啊。可以。我先传回第三区，再传回来看他会不会刷新。好啊，那你要从第四区下去，直接跳崖下去就好了。后面接着打尼莫，所以没了。不是，我觉得跟尼莫没关系，而且我觉得尼莫的队伍真的是 G 八到极致，那个狂欢乱舞，狂欢劲舞鸦真的太恶心了。这代真心配招是觉得历代最有料的，但是我觉得也是有个缺点呐、啊。我觉得他缺点就是说怎么讲，哎都，也不是说缺点，就是其实以优点来讲的话，就是他那个怎么说呢？他不会奶血啊，我觉得这点是优点。缺点就是我们几乎就都在被鸭子打。虽然我想我们等级够的话应该是不至于啦，但就是等级不够。网子球一下就进了，什么什么你拿什么？一个歌手配两个舞者。哎、欸，没刷新。刷新什么？欸、你看没刷新，还是我要离开这张地图？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没刷新。哎、欸，你刚刚有独档有存档吗？你杀死后有存档，还是杀死前有存档？我自动存档、啊。那个要关，我已经开始习惯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怪观众，观众陪一只出来，还好吗？没事吧？我先出去。好啊。退出这个房间吗？退出再连线是不是？拜拜。那我先退出看看吗？可是，哎、哦欸，我要怎么？你先退啊，这很重要哎、欸。你就会吗？对，断线它会强制存档哎、欸。那、啊、没办法、啊，因为没有，因为连线这东西，只要有一个人离开或是有交易过的，一定会有自动存档问题。所以我现在是断线的吗？你要离开吗？我先离开啊。我先出去。我们要离开，我们不能在这边，然后出去离开。
我先飞去警会镇。好。嗯，我应该断线了吧？还是还没断？还没。可是历代也不是说历代，之前都可以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72分钟的游戏时间才会算一天，你怎么想？观众打的，游戏时间72分钟等于游戏限时分钟的72分钟，限时72分钟等于游戏的一天。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了。等一下，我再传回去。好的。我再传回去，我不相信。没事啦，你先去试啊，没关系。该来孤单一天了。天啊，确实的、欸。帕迪亚巨坑，再进去一次，然后看到他还活着，我就会安心的笑了。好吃亏。然后我确定有之后我们就可以上第一区了。他在第一区对不对？啊，不第三区吗？啊，是第三区。你不是要铁艾露雷杜？对对对对啊，铁屋第三区啊。哦，是第三区。好，我记住。你不要再骗我了，我都比你还懂你那一只的了。不可以骗我哦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真的没刷新，死定了！你死定了，真的没刷新，是这个癌没错吧？我没有，对，是这个。好啊，你们死定了。还是过一天看看啊，你就等游戏时间一天。好啊，谁说打死可以重置了？我再也不信你了。我想说，打死重置太爽了吧？经验糖果哎。明天再来看游戏时间，我调一天试试看。我把游戏关掉。嗯，你试试看。日期。你调2小时也看看。我现在在那边调，看一下。我骗晚上了，笑死。那我去捡个，我来去捡个。要在哪里？我找不到。二周目，我现在就在二周目了、啊。你在攻杀毁？你是在攻杀毁？我就在二周目了呀！我早就打完，我早就是冠军了。杀毁，是在攻杀毁。不好意思，他叫冠军雪雪，人家讲话都是讲冠军雪雪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很害羞哎、欸，干嘛有那么高调啊？天啊！那冠军雪雪，你的宝可梦治疗好了、哦。冠军雪雪，今天来买什么东西？哦，那冠军有优惠吗？没有啊。钱还是一样贵啊！不是冠军，不是历代工具人吗？打完一次野池，真钻也是这个机制啊！我还要去打野池，我才刷得出来。我再去打，不是啊，二周目没有野池可以打，干真的没有，去你妈的！二周目是全部的道馆馆主要再打一次。好、哦，再见了，再见了。我现在唯一的老婆就是我的密勒顿了，我没有第二只了，谢了，真是谢了，真是谢了。哇！我看攻略打死或没抓到会再出现，就没有啊。结论就是没有啊，还是我要离开这张地图，我再离开一次。好啊，你试试看，能试都试嘛。能试都试，好、哦。对啊，拜托了，好不好？会复活的。观众啊，对，我、哦、说会复活的观众吗？没有啦，那也是不可避免的、啊，很多也是都是看攻略的啦。那有些攻略是错，这就是为什么有些攻略组会被骂的原因。对啊，之前就常在讲，就是攻略组要是你今天没有讲错事情，那真的是会害死人，真的是害死人。就像我这样，哇，你都知道凡德可以抓两只了，有什么理由不抓、啊，对不对？这只有机会刷船呢、欸。好，那我们留着来刷。他怎么打死可以复活？哦，好，那就打死吧。然后就没了。你知道那感觉很干吗？
那个是对方开外挂的，所以我只看少数几个攻略组的影片啊。也是我们为大家测试的一件事，密勒顿打死不会再出，目前可能不会再出。而且这个这周，你知道这次周末的规定是没有所谓的，他没有所谓的周末打冠军这件事情，他就叫你所有的道馆要打完。真的吗？有吗？有哎。欸、没有，不是吗？啊不，靠，那石头啊、喔！是我的反光，白痴哦、喔！我刚想说开心了一下，终于，然后并没有，没事，我们可以去找另外一个老婆，我们去抓。我本来是想要跟，我本来是想说，我抓到这只，我要跟繁星交换。乖乖啦。也是就可以跟大家讲说，只是不会再出现。小心一点。对，你们要小心一点，记得把自动存档关掉，才不会出现。你现在给我关掉好吗？我已经关掉了，所以我的台已经开始有一个福气啊，有个台是存档，要一个点数而已，提醒台主存档。笑死。打完道馆才会出野池吧，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去打道馆是吗？那我觉得我们要疯狂太精湛了，应该像我们先去补图鉴，我们先去一区、三区、和三区。你先开那个啊！把第二只神兽还我！不要，说不定、说不定在看攻略的人根本就没有玩竹子啊，这也不是没可能的事情。对啊。对啊，如果他又刚好没有啊，又没有 Switch， 没有游戏片，然后跟我说我打死会再生，结果根本就不会生。因为现在这时间，因为游戏刚出新的，而且只要一点点消息，大家就会传出去了。很多不是因为聊天室说这只神兽可以重复刷，打死了会再出，所以我就想说，哦好，那我们就，哎，耶，捡到觉醒之石啊！对啊，就是有个风声，大家都会觉得会去分享啊。对啊，就想说哦，既然已经有这种经验了，那就试试看。就像神兽刷不到到色尾这件事情。对，我觉得这也算是个风声。谁电话？喂？啊！又是那种接起来嘟嘟嘟的，完了，我要接到诈骗电话了。完了。我前阵子还被诈骗呢。我是讲真的、跟连线机制没关系，那个跟连线机制没关系。你要去哪里？你不开个房间让我一起进去吗？哦，对耶。你不要这么难过啦，还有我在啊。等一下，我先出去。不要太难过啦，我顺便重点网络好了。没关系，我们找个时间。嗯，怎样？再重新把纸全部打一遍，我们就有那只了。我天哪、你说再开一个那个 Switch 的账号是不是？没错，我们再重打一次就一定有那只，然后等他们打开再把它传回来。你们觉得如何？不用传啊，直接先丢给我，再丢给你就好了。类似这样就好了。可以分享主板吗？你要分享什么主板？你是用走的哦，你可以传呐、你可以用传的啦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啊？已经难过到这样子了吗？没有啦。有这么明显吗？繁星怎么都看得出来。好了，先建立集友圈。当当当当当，集友圈密码0413，这是怎么那么简单？啊，你的离线，你现在是离线，你要调上线。我跟你讲，四码的数字都是那个离线密码，就是你要主机对主机。连线，好，我连线。那这次怎么这么简单？我想看这次怎么这么简单？真的惹害，真的是惹害。完了，我听到了。你也不可能叫观众陪你一只啦。开西狗的，对啊，那个，毕竟这怎么讲？
观众又不是有意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相信他们也是看看攻略的嘛，也是在帮你找啊，就是对啊，只是谁知道害到你。NTV JP 四，只是我们要再想办法生一只神兽出来，便利参加。哎呀 ，NTV JP 四好。没事啊，我们可以今天直播结束就去打个攻略。那个密勒顿打死后不会再出，请大家注意。你关台前的时候再去看一次啊，类似这样就好了。可以啊。好了，我到了。哎耶！这游戏可以开外挂，其实有啊。偷金偷金进不去啦，不可以坏坏，不可以进来。不可以坏坏。这样就变三个人在抢一只宝可梦了、欸。你要不要先试试看那个钛金洞？我重连网路了，先来试试看。你是说我的那个洞吗？对啊，任何一个洞我都可以进进看。好，在想什么？任何一个钛金，好，金草。所以我的地图上我的洞会很多个吗？你看啊，你看啊。小地图上面，不，大地图看到的会是你的，啊，可是你路过看到的，没有在地图上，那是我的。我看看哦，找一个比较飞得过去的点。哦，有看这个小池小径灯塔，我们飞灯塔吧。神兽可以护身吗？神兽从每代开始都不能护身，所以你不用想说可以用百变怪身神兽再互相交换这件事情。神兽叫做神兽，就是因为他神不了。嗯，这就是他，这就是他那个稀有的地方。我没有装什么 hole 什么 call 那是什么？哦，我有装啊。我是 call， 我有装，但是有些就是会防不了啊。路上的钛金宝可梦隔天再会重生，可是神兽他是神兽，他是钛金宝可梦吗？不是欸，只能说下次这种事情最好是真的自己试过你再讲。哇，因为你不要说就是哦，你听到了攻略这样写了，你就说哦一定是，尤其是游戏刚做的时候攻略是最乱的。对啊，有些攻略组的人哦，有影片有那个东西你都可以信。对，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是影片，你真的就不要信。有吗？你那个可以进吗？我有个五星的，你看一下这个。淘宝丽书，超能超能宝丽书，可以啊，打这个打这个。嗯嗯。超能的话用。欸，超能用二系，我有二系的吗？哦，二系。完了，我的超能还有怕什么？看一下。超能害怕。你超能，你玩过超能，你还怕什么？你怕固勒顿不见，密勒顿不见？你不要再说了。你超能吗？怕毒根刚哦。毒根刚。哎，我好像刚好有，这是妖精吧？白痴哦，对不起。超能，超能，不好意思，超能怕虫、幽灵跟二。但是这个的话，你要有，你真的要有钛金一样的属性去打会比较好。其实我在你打死他五分钟之前就试过了，忘了说。你现在才说？你现在才说？那还造成了啦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幽灵邪恶虫。对。邪恶系哦，我有邪恶系吗？我好像刚好有一只毒的索罗亚，好就带这只了、哦。对耶，这带有索罗亚。没有，我是钛金洞抓到的索罗亚。那、啊、我把铁波金拿来打好了。嗯？你拉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刚刚捡到茶壶是不是？不是、欸、，Kit， 你下次你要先说啊。用个超级留言之类的。但叫我打死的不是你，但是你可以。這個、你可以解救一个，对，你可以解救一个无辜免得别人的，再重新花十七小再打一次的实况组，忘了啦，我太难过了，应该可以吧？我太难过了。如果不行，我们就改私心吧，因为 NPC 不会太进化，
NPC 比较霸气。嗯，啊，这是一般系的啦。如果有幽灵，有幽灵的话，会比较轻松，因为他可能打不到你。看来茶壶的地点是固定的，是哦，你也在加茶壶、啊。我以为不会打死、啊，不是啊，因为就不会，就没办法。没有，因为听到说打死后会死，对。听到说可以刷闪呐、啊，所以才会想说好，那我要刷闪，我要留着刷闪啊，不能逃你就只能打死啦、啊，合理吧？合理吧？理啊、不是吗？我心大概有90等，真的假的？我没有90等。没有哎、欸，可是那时候我打过的时候没有那么高哎、欸。咬碎，咬他。哎、欸，他刃很硬哎、欸，他真的很硬哎、欸。对啊，而且死掉会扣时间的啊！我带错只了，不然是带，我还是带错只，完蛋，惨了，勉强能打四星。哎、欸，好像有那么烂吗？白痴我。我刚刚不是说他是超能，我还是带到那个克妖精的啊。亚贝，我没讲完，抱歉，应该说要稳定单扛就是这一场。好，那你这次应该打不过，五星有点太难了。而且还会遇到那种很奇怪的客数，就是我今天就是跟我一个观众打了三场四场。在影片确定可以复活，条件不明，有人说在学校睡觉，有人说在现实上要隔天。好，待会马上去试。你说直接调到隔天时间吗？那隔天是限时放到隔天，那就是23:59啊。嗯嗯，那明天再看一次。你待会先试试看用学校睡觉这一招。回学校睡觉？对。刚刚刷有说，如果可以复活，当然是最好。可是如果不能复活就很尴尬。学校睡觉的机制可以体验。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要确定清楚哎、欸，他今天不是野怪，他今天是神兽哎、欸，神兽一个游戏就一只。对啊，而且最好是你要确定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刷闪，还是他会跟。你的起始那只一样会锁闪，如果会锁闪，就不要浪费时间去刷，因为我现在看到的网络资讯都是你的第一只一定是锁的，这是确定的。对，啊，这样官方都锁闪了，那你就也不用想特别去刷，因为那真的是浪费时间。语言老师会送加勒尔猫吗？没有蓝色神兽，但我没有光之翼子。语言老师是不是？当代神兽所长，靠七星会多难？有七星吗？有六星啦、啊。哦。啊，对，你生物要上完哦，考试要考过、哦。怎么了？生物，你生物课上完之后，然后打高早市观众说打两次五星团体战，然后你就会开启六星的那个了。哦。六星会教你，所以你跟你说。就这儿，冠军问号这样子，嗯，你就回去哭了。回去哭了。喷火龙听说会是七星，啊、他以前太那个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？极巨洞只有五星，所以我就想说这代感觉也是五星。那这代真的要找到刷等方法哎、欸？难道我们刷等只能去第三区刷那个激励弹洞了吗？带着幸运弹然后去刷洞，然后 let's go 之类的。没有啊，你其实真的要的话，真的就打太晶洞啊。欸不是啦，对不起，真的是打那个比较快。锁闪的、开闪的都是开外挂来的。没错。所以确定是锁闪，确定是锁闪，那待会我去睡一觉就直接去开抓了。我就直接跟繁星交换了，哈耶。一早就妹子身战战。突然。啊，这妹子也是突然早上的，对。他种子机关枪怎么都可以打那么缩下啦？开外挂哦、喔，拖时间呢、欸？我觉得
官方不能这样子哎、欸，因为太晶战是跟时间比赛的游戏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我这只怎么是飞？飞行。我这只我怎么是飞？哇，你也笑死！你怎么是飞啊？要帅一波，结果是小丑。笑死！太进化之前完全不知道我这只是什么东西。哦，确定是锁闪。某城市有人跟你换普通乌波。哎，对，那个连线交换我还没。好，再见。他是二加飞，不是不是，刚好吃到飞的。我以为我出来的会是二。没事没事，哎、欸，至少能连线了哈。虽然我们第一场输了，我们打四星啊，四星简单很多。打太晶洞练等真的很快吧？他是送糖果，不会给等级。对，我知道是送糖果。哦，至少有大颗糖果啊。只能打四星的人，哭哭。啊，三星，这有只三星。鲤鱼王哦，来啊，水鲤鱼王，电死他，拿草打死他。喜欢，连得到吗？连得到吗？你有发送我们邀请吗？等一下我直接连看看，等一下哦。有啊有啊，可以吧？太近飞来抢吧，还差点退出。我的重点是我的那只龙没有任何一个飞行招式，所以是浪费。哎呦，可以看出你宝可梦是什么太晶属性。我们打完这次，我先去学院睡一觉，看学院的，我们验证一下学院的那个讲法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。如果是错的，就可以至少可以跟大家证明说，哦，说不定放隔天是对的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代没都市传说，哎，啊，这是每一代都会有幽灵都市传说、欸。对呀、啊，像加勒尔就有。对，加勒就是我们到某个城市，他不是会说拿个东西给我们，叫他拿给某某城市的某某人。对啊。然后到了那个地方，发现完全没有这个，没有那个人。对，他已经死掉了。哦。又毛起来了。好，喝水，喝可乐吧，女人。我喝热。太晶团体战也可以打到给梦特性的道具，我记得就是这代就是主要膏药啊。也要刷一下那个，嗯，那个什么秘传调味料哦，对啊，五星主要是要调味料啦，调味料只能靠五星达到。然后有人在说，觉得这一代很可惜，就是制服不能换掉，一定得穿制服。你可以套外套啊，加眼镜啊，改发型，但是就不能换掉你的校服。我们现在就是那种啥。呀、yeah, ，没了！哇，为什么他三四五星差这么多？四星也会啦，四星大概是三分之二吧。这学校的制服真的有点不够美，可是你想想，台湾的制服比这更丑，所以我觉得没差。你不觉得台湾的制服更丑吗？有啦，有几间学校的制服其实还算好看，可是至少我觉得这种打领带穿短裤我还能接受啦。虽然我更喜欢裙子，但是应该是怕走光然后被奔吧。对啊，如果那个如果换百褶裙就更好了，可惜。嗯，这次练的主要是太晶战，拿糖果拿肉汤。哦，那要打很多场。有些学校水手服少，你也要学校有水手服？跟你讲，台湾学校台湾才没这种嘞，太少了。台湾有吗？我跟你讲，有水手服的学校，可是很少，都是那种什么私立高职，这是第一点。哦、然后第二点是，有水手服的学校，大部分都有那个都是什么，就是餐饮啊，还是护专那一种。Oh. 我就没有要上餐饮还是护专啊，所以我根本跟这种制服没缘啊，你知道吗？哦、oh, ，然后像二星洞啊，二星的巢穴是繁星的结晶，我的结晶，这里在我隔壁，不是你在哪里？我在刚刚打完那边啊，没有，我们会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你在哪。你在哪啊？我看地图，看地图，这里。
在左上右上。这里这里。等一下，我要看你，你怎么在那个位置啊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下面下面下面，十二点钟方向。十二点上面呐、啊？不是，那六点钟方向，六点钟方向。学院，学院六点钟方向。学院六点钟方向。都没看到你耶。你在哪、啊？我没看到你在哪里耶、欸。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看我画面，看我畫面。我知道看你画面，可是小地图照理说看得到你在哪、啊。真的假的？啊，你说那个黑色的洞吗？对，那个六星的啦。你那是六星的哦。这个是六星，你要看一下长怎样吗？我开给你看。好啊，你开给我看，我看。会死哦。我以为那个是简单的洞哎、欸，原来是六星。你没看到它黑黑的冒出闪电吗？我会想说，哦，感觉很帅，难道是繁星特有的帅气吗？并没有。想说你一开始就直接说，哎、欸，繁星的洞、欸，我想说奇怪，怎么找不到你在哪里？没想到啊，这个新手怎么一开始就往那边冲？啊，哎、欸，我找到一只三星宝贝了，我们拿这个。好、啊，等一下、喔，我去开给你打。啊，我先去看一下你那传说中的黑黑是什么，会被秒杀哦、喔。肯定秒。马上出来的那一种，鸡肉饭，因为已经要中午了，所以颜色可以看出星星吗？哎、欸，看不出来了。可是这个黑色冒出闪电的洞一定是六星的，目前现阶段。那七星呢？好了，准备开喽！哇，水一步，谢谢。哇，水衣布啊，外加这个是超能吗？那个是2，对，酷啊，超能二。那你陪我打这个超速宝贝龙好了，超速宝贝龙。哎、欸，你我说你不打这个、哦，我觉得我打不过，不要不要，不是打不过的问题，是你想不想看一下我们怎么被秒？啊，听起来好像不错哎、欸，好哎、欸，所以你要吗？好好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等我重接，我重接，我重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来，因为会有针对玩家，应该不是针对玩家，就玩家等级太低或太弱。有没有什么东西，二属性完全打不动。不是，重点是它是随意步。对，有道理。对，那随意步会丢随属性攻击。或是他会学什么攻击，对不对？你要针对，你要挡他，然后要打他的痛处。就像我今天有遇到一个，就是他是草属性，但是他是火太晶，火太晶用水喷他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他会用草系打你。对，这就是盲点，这就是我觉得这代很有料的原因。对，这代很好玩的原因就是这一点。这代就是真的不是那么好打，因为当你以前可以拿克制属性疯狂那个。叠加，然后直接无脑轰对方的时候，这时候他的太晶属性就长这个样子，所以让你即使有克到他，你也可能被用被克制的东西打死。对啊，今天要不是不知道道馆是哪个太晶，不然他随便搞了另外一个太晶，你怎么赢？那你就被 A 死了。对啊，今天你是知道他是草系道馆啊，草系就带火过去，他一个逆操作带一个水系来搞你。对，真的真的。要查招式表，对啊，所以打六星、五星要先做好准备、欸。好了，我来了，我来被你轰出去了。所以道馆都来送头的，有感觉。我觉得这次道馆有打比较慢。你不觉得后面那些眼睛很恐怖吗？对啊，真的。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！要是打了一个蜘蛛，我怎么不想玩了？我是不怕蜘蛛吧，只是我觉得很恶心啊。很恶心而已啊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发现我这好像可以打，可是我不知道他打不打过。完蛋，又是阿雀哦！我跟你讲，打这个可以的话，带个木之果之类的。甩一步的注视。啊。这道馆站对面还自爆，那真没办法。但是没有效果，我们需要那个不眠。你说速整懒威凶哦？
不是有个特性吗？对啊，不眠哦。哎，对耶，那我要带那个了。我们是要带个不眠特性的，不然他一天到晚哈欠，你就睡整场就不爽了。哎，我跟你讲 ，NPC 聪明在聪明就是他不会睡你，他知道你有不眠的话，他不会这样搞你。开个支援，这个是繁星开出来的，要怎么开支援？我们现在连线，只有我们两个打。嗯，你确定你凯瑞得了我们两个吗？你凯瑞得了我，我是觉得是没差啦，反正这支我也蛮想要的。你真的要的话，等一下我出去就是离开我们这个房间之后我再开。嗯嗯。如果你带得动我跟雪雪的话，可再打找一个观众。这样了，知道？到他到厉害了吗？而且你看他的血量。鬼。对，那这一带他带不动，就是因为玩家死掉会扣时间。不能死哦！感谢连连的中团。大约几等哦？其实应该要满等100等吧。因为一般等吧。因为五星就要80等以上了。嗯、好，再来就是这个了。我应该70等到，我觉得好痒，超痒的。我肚子已经是我最高的哦，你已经100了，好，交给你了。我有100等的啊，但是就是你的努力值，你的那个力跟努力，你要怎么赚啊？努力值的药剂有够贵。打这个的那个啊，钛金它会有那个啊，大蘑菇啊，贵重骨头啊，金珠银珠啊。嗯嗯，没有像以前那么无脑的可以拿那个什么刷。嗯、好，那我觉得这代还不错 ，LP 也可以当前用。哎、欸，我还没用过 LP 哎、欸。哦，有深渊可以用。嗯，它只有三次，看你要不要用，可以玩一下。那你用这个会扣时间哦、喔，好像是会扣时间呐、啊。因为都是后面那个观众跟我讲说，等王快残血的时候再用会比较好。嗯嗯。原因我是不知道啊。这代的四天王跟野池可以当提款机，不行啊！没办法，这代不能一直狂刷、啊。我不知道啦。太麻烦。对啦，我不知道。你们没在学电磁波跟刺耳声吗？我电磁波在另外一只里面啊。我这只是要怎么学电磁波啦？该怎么讲？我钛金打的很少啦，因为我都在补图鉴。哎、欸，刷补图鉴、啊，我们去等那只吧。好，我们去等那只。我们先看观众能不能 carry 我们六星这只好了。嗯。那等一下先离开那个、喔，离开你的房间、嗯，我再开一个。等一下先离开 ，OK。我等一下。啊，睡着了。不行，不能用提款机那样打。如果能的话，我就说可以了。气势猴打钛金感觉不错，有干劲，不会睡着，挺克制的。哦，都要练气势猴。好哎、欸，我们被打出去了。欸、可是还好哎、欸，我以为我会被秒杀，直接被轰出去，但好像还好。只是就是这个，你就要想办法看能不能刚好对到四倍克制吧。可是我想不到那个二跟水好像没有四倍克制的东西，要打二就好了。嗯，那它是二而已。打二就好。对，所以是因为它的技能会打你，它的基本基础性能。嗯。哎、欸，那我要带小巧匠的啊。乔将刚好是可以啊，那我先离开了、欸、对，那这样子他属性配有四倍个克制，所以有钛金属性的状况下好像就不能四倍克制，是不是？没有办法四倍克制，那这样有点难打哎、欸、因为好像欸、其实之前就有听人家说，如果你今天是钛金属性的状况下，它就会变成钛金属性的那个属性。对啊。欸，这只是啥 ？Hello， 摸它，摸它，摸它。
他是钱呢、啊？他是钱。哎、欸，你没摸过、哦？没有。他叫做那个啊，锁财灵啊。哦。应该是有摸过啦。然后收集昨天就找到金币护符了。金币护符在那个什么，在有一个镇的那个，你打完五个一般道馆啊，一般道馆那里人会有原本属性，所以他我们打他有办法打出四倍伤害吗？如果他刚好就是像暴鲤龙那样电击四倍伤，嗯，密码页密码来喽。来喽来喽！你们不要抢我位置，先让我进去哦。TND9QU， 等一下，太精彩挑战。属性修正没办法。PND9QU， 对啊，你有时候也可以看到这边有四星以上五星的点进来玩玩看。但带金属金就是同属性一点五倍伤害变两倍伤害，伤害变成两倍，其实就很高了。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好喂，你们进来。打过叫他爸爸哦。打过叫你爸。对啊。阿叔，快下来帮忙！我才不知道爬塔盘点都会打到吗？对啊，可是塔不一定有啊。然后要收集999个，你可以让一只索财灵进化。哦，对，那么麻烦。所以我才超能打，所以我才会说观众之力吧，索财灵哎。我超能没有高等的东西，所以我才没有用超能。嗯，还有人吗？一个人。我现在最高七十等就这一只了，就至少我这只他用水打，我不会被克，我可以打久一点，所以就交给你们了。哦，你带神兽打哦？但是神兽还不错啊，因为后面其实大家用神兽打。去了。是我这边的。阿香靠你了，阿香，你等级上来是不是？耶、yeah. ！好，准备了。雪猴当女儿，走了走了。我弥勒顿没切战斗模式，希望明天我弥勒顿还在。声援我们加攻击，我现在声援吗？好，我马上声援。那我也声援。太阳鼠。哎、欸，那你声援哦。我声援，我声援。好。我声援，我声援。我也声援好了。我这支可以扛。帮你们加攻。哦，太痛了吧！哦，好了，声援用光了，各位，打吧。他是整场只能用三次，三次一个人只能用三次，整场用三次啊？是吗？哎、欸，我还可以再充哎、欸。啊，那就好。我还可以再帮大家加哎、欸。那。哦，那还不错啊。但我死了，死了会扣时间，这次机制真的比较难。你也死了，又扣了。我也死了。我要被重置了。消除了啊，亏了，就是这边。亏是亏在这里啦，在真身吗？欸、白痴，我明明就打很痛，我在干嘛？哦，集中要害哦，白痴。有回血的声援，我待会帮大家按个回血。哎、哦，我屏障出来了。
你们有可以打的屏障吗？我先帮大家回血。我刚刚不能用。好像可以耶。我刚刚如果没声援的话，应该可以哦。对不起，我的锅，我等一下再一次。血少可以挂机，死掉会扣时间。哦，你是叫我们不要按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现在变那么强？你说都不要按是不是？雪雪不要按了。哦，好。我不按是不是？就现在放着就好了。对，都不要按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打一次好不好？嗯嗯。城门打不动的不按它就不会死掉，过后时间也不会打我们，就对了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打一次。嗯嗯。真的耶，大脑袋没皮，那个六星我真的打不过。哎哎，他就在打我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再重连，我去看一下咱们要做什么。一宿。那。阿香，你怎么那么强？雪雪只要声援回血刚加加攻就好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拔。如果自己血量还够，就补点上。有啊，我就看呐、啊。我先把我的加多次。来，我们再一次。我先把我的密勒盾拿出来。然后我要把我的。动场真的很重要哎，对啊，所以我带了一只这个。打、完了，啊，等一下，我刚应该这个。阿香，你神兽级的阿香。WM4TXA 你在灌他了喔、喝水镜面反射好用吗？我在想有需要吃糖果吃到100等，我对他有爱、喔、对方是特防，不是不是，我是说就是整体来讲，你说钛金爆发很好用吗？钛金爆发感觉就是特别针对人兽打钛金很好用，那我是不是要把我的那个给关到100等、啊、你怎么不用神兽？哎，闪退，笑死。不好意思，我闪退。我怎么不用神兽？我要用神兽吗？神兽哪一招好啊？我想说神兽有真的很强吗？哦，有逆鳞，好耶！那我要换逆鳞。力量宝石是岩石系。嗯。钛金，拿镜面反身掰。想说神兽
阿兹格斗系啊，那个很好用。我进度到哪里？天啊，这里是哪里？我是谁？波西安安安安。冷繁星开，至少比较扛得住。那我要吃糖果了哦，我吃到一百等了哦。我现在是吃不到一百等，可是吃到八十等了，还行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多打几场应该就。我们的大大叫我吃糖果，吃一下好。好，你吃你吃你慢慢吃，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东西可以用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好奇，就是他所谓的野餐能生蛋，是他会直接看一下你现在这六只有谁可以生，一起生一生，是不是？嗯，他会乱配、欸，他会生出什么东西你也不知道就对了。对，所以你要的话就带两只就好了，他生超快的，你不用怕。那这代感觉好好玩哦，我好好奇会生出什么东西哦，快生，快你们快生，快生快生，我叫你们生。啊、我看一下怎么生。我生海兔兽了。我看看清洗哦，清洗我看到了清洗。哦，鲤鱼王没有打到。等一下哦。哎，吐泡泡。哦吼，吐泡泡。我要72等。嗯，野外高清多人烧，那是这样讲的吗？哦，喜香香啊、哦，野外高清，加密勒顿内裤，不过这代也真的很有。艾欧拉的那种感觉吗？阿妈问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一公三星哭哎，就这带给了那种什么？就是阿罗拉不是说什么救急异兽是宇宙来的 N 的怪？好了，我们一起掉下来了。有生蛋了吗？你要吃那个料理会比较快，因为没有蛋，我根本摔下来了。反应冲锋，早安，月兔早安。都在野外做害羞的事情。我怎么做三明治？残忍。做料理。好，等一下、哦，我赶。救急异兽来自异次元平行世界。然后在那边的 N 卡是我们这里的 SSR， 就是那种感觉，那种感觉。耶！把水喷过来我会痛哎、欸，我这是火格斗哎、欸，你确定应该可以？你确定这可以吗？圣诞用百变怪加鼻子。我没有百变怪，哪里有百变怪可以给我生？还是你们可以给我一只百变怪？哎、欸，你还没抓到吗？没有，我没遇到过。他在，就是一般那个啊，刷闪那个金币护符道馆的那个地方啊。哦，没有哎、欸，没遇到过。超多，你一定都没有抓，所以才遇到。后面赶进度的时候就没有那个，对啊，所以我后面我都在乱玩，去
取消五 V 的吗？好啊，你有是不是？好，麻烦你了。我看一下他们这一堆，不是因为我想说我两只伊布，所以应该还是有机会生出东西来的。我福建差多少？100多吧，不到。哦，百变怪会变路边小怪，百变怪抓得到，百变怪会变身，就是百变怪神百会。难怪我会觉得我没遇到过，其实可能遇到过，只是他不是百变怪这样。嗯，然后我跑到后面，我就用 Let's Go 打他们了，所以即使有，哎、欸，还是没神出来。好了，好吧，学开了。好诶、欸，二六 D Y 叉叉来了来了，试试咯。对啊，我说我为什么不在神兽啊？他随意步诶、欸，我火系神兽诶、欸。为什么不带？直接被打烂，26DY 叉叉。还有冲浪哎、欸，能交换古代未来总开图鉴吗？我能说不要吗？一定要的吧。可是我现在很想睡觉。我们没有交换，我们就拿到了。对啊，刚刚是在，刚刚是在别人家边玩到的。我在别人家那边抓到未来种啊，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怎么日翻东不用神兽了？他可能想说要他要控场是不是？猪神兽是格斗，不是格龙啊？对呢，不是格，不是火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累了。对，我真的好累。我看着他，我也一直以为他有火。完了完了完了，不行没关系啊，不是没，不是不行啊，现在很想睡。妖精打，对啊，所以我刚刚才会用妖精啊。我的小，我的刚刚巨匠，对吧？巨巧就哎，巨钻匠。对，我刚刚那只也打很痛哎。猪板神兽是格斗加龙，不是火系。完了，我现在很累。我的是电加龙，讲一下、哦、我健身完回来、欸、开台开12个小时，跑去健身又回来开台、欸、到底为什么要这么拼？我先声援一下好了，冲冲猛攻。你们这次都带神兽了没？没到一个吧。刚刚发生什么事？击中要害怎么那么痛啊？要是谁的击中要害？我反正也太平，因为我今天有两个小时，就半夜那两个小时在练他的那个、啊、努力值啊，这叫物以类聚。那我要太惊悚了，哎、欸，感觉这次有机会、欸，怎么换了个队伍，真的不是怎么换了个故，换了个神兽就差这么多，这就是准神的力量。我准神，他是神兽啦。你们神兽也能算是种准神吧？可以吧？真正的神兽，真神。我来个先。够甜哦，繁星看金黄，啊，太金黄动作可以短一点啊，赶时间啊。求你啦。影响了，还好，不是阿尔宙斯，
看见属性是龙。嗯。可是我现在有没有太极可以用？我再放个声援好。不然大家一直死也不是办法。那他那一百等也是可能。完了，原来我也一直在玩困难游戏啊！天哪，这只怎么那么强啊？天哪，怎么这么强？我的太晶爆发呢？我还能声援吗？不行，好电他，我没事做啦。你就不要动了吧。如果我怕死的话，对啊。还行，那伤害还行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觉得还行。果然这游戏就是要多人嘛，这就是要多人嘛，耶、yeah, ，可以抓了，好诶、欸，网纹球伺候，我要拿，有潜水球啊，抓，我们看看，来吧，第一支纪念好像没有潜水球。你的第一支六星哎，天哪，五星都打不过就打赢六星了，傻眼。那重点是最后的奖励啦，也是算了，还是给你一颗高级球好了，来吧，给你住好一点。水衣不 get， 我之前就 get 了，只是我 get 的没有暗属性太极，没有二属性太极。哇，酸银色王冠，开心开心。哇，拿到银色王冠。这就是胜利的滋味吗？好开心哦！这就是胜利的滋味。哦呦喂，我也有银冠。哎，这代银冠有那么好拿吗？你也是调味料，好像大家拿都一样的。秘传酸味料。对对对对对，好像都一样的。好耶！可是如果这时候遇到色尾，是不是可以一起有色尾？我记得是这样机制。那什么色尾？大家都色尾吗？如果那个你遇到的是色尾的，那 会大家一起都哦。对，我跟你讲哦，六星是五 V 哦。六星是五 V。对，刚刚那一只是不加不减，然后只有 HP 没有 V， 其他都是五，其他都是 V。所以你只要给他一个银色王冠，他就六 V 了。哇哦，这带六 V 也太好拿。可是你现在要怎么看 V？ 嗯，你一周目过就可以看了啊。也可以看我一样。你看查看能力，然后按加键，按加。有吗？你的加键有按吗？嗯？不，你外面就可以了。真的？那无影。按加。哇，我清空啦！你那无清空。最白痴痴。我大腿白，不过我有清空啦。好啦，乖起来，乖起来，紧出去啦！哦。有吗？你按加键有吗？没东西。你加没有东西，你多按几次？有啊，有刚有显示啊，但，哎、欸，你哎、欸，还是要二周目过啊？你要周目过了。我都周末过啦、啊，你已经打完大家喽，打完啦、啊！哎、欸，存档，存档，存档，对，存档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带着他去那个好了，二周末好了、欸。走啊，我们去，赶快跟你去下面摸一下，我等下就去睡觉了。好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周末就可以了吗？啊，他怎么不行？我刚刚看到画面没有哎、欸，为什么我的没有？对啊。那我们先飞过去好了。好、啊，你先开房间吧。哦，去宝可梦中心讲话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好像也不用，你原地就可以了。六六安安。哦，要去宝可梦中心找乔伊补血，好哦。找校长讲话看看。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是下载。那每个人的讲法都不太一样。因为我确定是打完一周目就可以了。然后要跟谁讲话，我不确定，因为。那时候校长话特别多，可能是哦、喔。我跟校长讲过话啦，因为我觉得有个剧情会强制叫你跟校长讲话，而、啊、我讲完后又再讲一次。
还有去校长室找他吗？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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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乔伊没错，是乔伊没错。哦，所以是因为我没奶过弦。哦，那、啊、你要不要开？我看看，我随意步。哦，你在这边呢、啊，我教，等下来教你一个方法，好吧？你先，嗯，有没有没有？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，太完美了。哪里呀、啊？啊，哪里？你速度种族子那边都有写太完美太完美啊！你按一下评鉴，下面有个加。哦，有人有人哦、欸，他这次是长这样。对啊。哎、欸，我这次也太爽了。可就可惜，如果他是点那个点物工就好了。没差、啊，银色王冠给他就六 V 了。好哎、欸，好。那这次可就可以拿来配种了。嘛，一一零二一一一，如果你要那个五 V 百变怪，好，给我，交给我吧，给我吧，耶、yeah。还有多的吗？谢谢。你还有多的吗？嗯、给一只给房间可以吗？哪来的啊？天啊，你哪来五 V 的啊？你打到三星、六星的哦，好厉害哦。好感度开放解锁六 V， 哇哇哇！解锁查看个体值吗？哇，这只有料哎、欸！有大半夜筋骨的代价，看一下看一下。有人要火二的吗？我也没有火二，我也要水压，我都要。哇，你这是努力值已经灌满了。半夜一直在打猫老大，打到快气死。我下一只想要练月亮一步啊。反正这代性格可以改，可是这代薄荷到底要怎么拿？啊，商店有卖啊。你回去那个，回去那个找那个禁食鸟商店，还是禁食鸟百货？哦，在那里。对，一个薄荷两万块。而且又捡得到。然后打五星那个也会掉，薄荷很好拿啦，地上捡最便宜。对啊，地上捡你也要知道在哪里有的捡。地上就随机啊，就是黄色亮亮的是薄，有可能捡到薄荷。那我要再去捡一下那个觉醒之石。地址安安，我没打错啊。宝可梦中心回血，还是说？学学哦，刚刚哦。那、欸、这个跳起来的是怎样？他没有的。哦，他没有的，原来。对，我们那天在想说，是不是对方没有的？这很棒哎、哦，给那些如果要锁成解成就的说，哎、欸，我没有那只，给我给我。那我看一下，其实我都没抓重复，不过应该没差，来这只给你。哎，然后这边捡一下觉醒之石啊。耶、yeah, ，给我百变怪！阿妈每日根本不是阿妈跑进来，然后看我穿那种睡衣，我是穿那种睡裙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阿妈就说：“你怎么没穿裤子？”好害羞哦！我有穿内裤，是在哭。那有穿内裤，肯定要穿的吧？我有16只火二，都是在昨天孵出来的，好耶！哦，捡到了，捡到了啊！又一颗觉醒之石，开心。觉醒是给谁的？这一代？啊，一样啊，雪妖女跟那个啊，嗯，跟艾露雷多。欸哦、我没有你，过来。真理库没有，我没有买过真理库。你们、啊，你要赞助我懂，我买吧。可以一只吗？一只什么？五 V 百变怪吗？怎么那么好？你问那个，你问日番东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开玩笑的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先去，我先存个档，我们先去那个，我要火二，我也要火二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去那个第三，好，赶快抓一抓，然后让繁星去睡觉耶。Yeah. 哇，你终于想到我了。没有，我一开始就想到你了，你在说什么？哇，一开始就想我了。你像我个女人七早八早就起来，哎、欸，要一起打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忘记你那个是第一话。
哦，所以你怎么你在刷图鉴了吗？我说哦，对啊，可以一起啊。我说哦，好啊，就发现了就过来了通灵玩法。对，我就在玩 bug。然后我们那个主播他是攻略组的嘛，他就刚好在 DC 问跟隔壁的子德有没有空陪他测试一个东西。然后个子就说：“哦，繁星正在玩这个件事情啊。”他就吓到。为什么吓到？嗯，因为这件事情他觉得他是第一手知道的还是什么的吧。哦。因为通常很多东西都是我从他那边知道的啊。哦。而且他很多东西也没跟我说，都是我碰到才跟我说。所以你有遇到什么就是你知道他不知道的吗？对。来 2WC 9CP 来了来了，雪学生但要放百变怪，我知道我知道。所以心姐吗？没心姐啊。记得去买红线哦。哦，红线也在那个吗？对，买得到。 2WC 9啊，所以那个，所以刚有遇到什么，就是你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吗？嗯，一百件事情大概有五件东西他不知道而已，类似这种，你看他的存在大概就是这种东西。这么厉害！他玩这款游戏，我们那时候是半夜十一点开，晚上十一点开始玩嘛，然后我玩到早上六点。因为我就去睡觉，醒来发现他已经一周目通关，然后我就想说好，那我要赶进度。我就说哎，我终于到了什么第几道馆，第四道馆。他说他已经二周目了。后来他没有时间玩啊，因为他要拍影片进攻略。等一下哦，我要重连网路了。好。哦，所以他也是做影片类的，就对。他就安妮啊。你应该玩阿尔宙斯跟那个珍珠钻石，应该都有看过他的影片。嗯，他是做 Switch 攻略的。哦，他是 ANNY 胖丁。哦，就是他。原来如此哦。没错，我只知道有看过。对啊。他这次剪片也是剪很快。他就很夸张啊。真的。用生命。所以你看到里面有出现，会有出现我的 ID 跟我的角色啊。啊，你看那个十五件事情嘛，然后什么连线那个东西就是有我啊。原来如此。完毕，要重连哦。我看动身哦。对啊，我那时候也是从动身才知道他的。哦，你们怎么认识的、啊？因为透过一个观众，啊，现在是朋友啦。然后就是有一次在玩游戏，有联动，就是有介绍，然后后面就玩在一起。欧洲人，运动年美容色尾，太爽了吧！你太爽了吧！2WC 9CP。水原来是他，对吧、啊？玩那么久，现在才知道吗？声音认不出来吗？一宿二十兆魔物更新，对啊。在想说他后面是要玩魔物，还是要啊？宝可梦跑不掉，魔物肯定先玩吧。我进来了，可以走了。可以。所以你当初珠子选择的那个 idol 根据是什么？博士还是神兽？博士啊，总是跟你讲，如果今天博士都固定的话，肯定选子好吗？科技摩托车不香吗？可是不带总是大妈，不是大妈哎、欸，是辣妈。跟你讲，是辣妈，是辣妈吗？真的。
我是辣妈，是不是？好，它一点也不大，好吗？很辣哎、欸，一点也不大。不是，它真的很辣，相信我。你是指哪方面？穿热裤，穿吊嘎，身材又好。繁星喜欢这款人，好记得。这样你就要穿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就要穿热裤实况了，是不是？对哦。阿妈进来的时候，你那请 deco 啦。不要，我才不要穿裤子。对吧？你看吧。我还是要继续穿裙子比较凉。走第三区哦。嗯，在路上。我要继续。你直接在洞窟里面等我了啦，你都应该知道路了。应该知道了吧？应该真的啊，穿裙子比较凉，我又穿那种蕾丝的睡裙。哇哦！随便给一只，我也需要指定怪。好哦，那棵树。对。左转。也不是，黑哥，你看哦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我路上会遇到科技宝可，科技的悖论种，那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葡萄的是那个附近。哎、欸，那、欸、你去哪里了？哦，我怎么先进来？啊、不是左转啊。直走直走直走，那棵树直走直走直走，右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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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过头了，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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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到那棵树有没有？树撞到之后左转，左转左转，哎、欸，回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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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你看到那棵树，对对，哎、欸，有没有旁边？对，直走直走。不要转，不要转，不要转！刚那边看着树，看着树，右哎、欸，右转，右转。转到了，转到了，转到了，转到了。你好，博主，我不是博主，我是主播。啊，几几几几个安安？我还是看不到你。有啦，我在前面的啦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圆圆的这边好了，感觉这边比较有料。我看梦要刷新了，圆圆这边，我猜、啊、让我猜猜，那你猜猜，铁舞者应该一趴对吧？那我们要把附近的清掉啊！你直接来 go 清吗？开清？对。等一下，我先把神兽收起来，然后把它放进我包里。哎，对。来喽！哎、欸，我遇到了，我遇到了，我遇到了！你先打，你先打，你先打，你先打！就是来，你先打啦，你先打啦！我遇到了，我遇到了，我遇到了！我没看，根本看不到你啦，奇怪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！那就是这样子。那繁星有机会开房间吗？不是，你是哦，我懂意思了。可是这操作起来很麻烦哦，就是你要猜我在哪边。你看现在这个主播他在这个位置，我看不到他的位置。我现在是右上角开一个画面，看繁星人在哪，然后就你会看到一个小窗，那个是繁星目前所在的地方。对。我现在很怕打人球。好铁，好铁！还是我吓死了。哦，哎、欸，神兽会躲招哎、欸，他会躲哎、欸。是你，因为你骑的那一只会躲啦。哦，这所以应该也是有那个吧，好感系统的吧？有啊，刚刚我的观众有说，就刚刚进来打那个香香啊。还有说他其实打四天王的时候有遇到他会躲招。
就是、哦、可是我没有遇到哎、欸，因为我们一直在换怪打，换一个宝可梦打开。小大鱼啊，不是小大鱼，哎元安。这样我练他好像有点浪费。谢谢啊，之所以如果怕打死的话，因为我现在不确定我几等会秒。火二打幽灵道馆有躲刀，我家猫没躲过，所以我不知道它是太笨还是怎样。哎、欸，然后我那时候啊，就是，哎、欸，你在底下应该是不会遇到不是带铁武者跟你打，你应该是遇到那个吧？哎、欸，剧、情是一样吗？就是跟你讲说要击败他，就是。要关掉这个，要关掉这边击败他。我们这边的剧情是讲说要关时光机，把那个 AI 击败啊，用掉。那你妈也是变 AI 吗？我妈已经死了、啊，就是 AI 啊，是吧？一样啊。那你妈也是 AI 好哦。对啊。那你有哭吗？看，快哭死了。真的是。真的。所以地区没办法显示起来，因为这个宝可梦其实刷新在玩家附近，你懂吗？因为现在这个主播在这边，所以附近才会刷新葡萄的那个东西。对啊，像他要我的东西的话，就是我要在他附近，所以才很麻烦。是说，我现在是荧幕分享给他看，然后我是看他的实况画面，因为他荧幕分享不了。所以我刚刚就是从刚刚是声控，你在哪？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好了，前面石头，然后开始左转，左转，左转，那这样子一走，啊，所以比较麻烦了。然后安妮说这个是 bug 啦，后面感觉会修掉。它是 bug 吗？可是你要怎么确定它是不是 bug？ 好了，我抓到了。我就觉得这个如果不是 bug 的话，真的很好玩、欸。真的、欸。你看，墙就是平行时空，但是只是宝可梦，宝、啊、可梦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边。恭喜你啊！可是如果是 bug， 我觉得可能比较像什么改兽，还是强制射那个射尾那一种。哎、欸，又看到一只，快翻新过来，这只给你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斜坡吗？斜坡吗？不是啦，你哪边啦？你哦，到。这不是的话可以拿来玩躲猫猫？对呀、啊，感觉很好玩吧？这哪里？刚刚在想说，刚那么难出，一定只有一趴分，结果就出了两只。嗯，刚绕了好几圈。你再绕一下，我觉得他好像被我打死。我已经带了我的，对啊，带了我的战力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你的伊布了、欸，哎，我看错吗？还是啊，白色野生的是不是？他是野生的吧？我以为你放伊布出来。没有，那是野生的。既然遇到了就抓吧。嘿，跟我回家。哇，那这只衣服会水泡哎、欸！我这个他会秒吧？感觉会秒，算了，试试看。我就慢慢在这里晃。之前很多 bug， 像那个什么强制改兽的那种 bug 啊，它不是就是，例如说还要什么什么啊，弄到那个
主选单再怎么按按哪几颗按钮，就弄得很麻烦这样子。哦，对啊，穿模还是什么的。可是这个不用啊，人人那应该不会吧？应该不是吧？还没有那么的夸张。完了，我竟然没有把点到为止带回来。艾露雷朵，现代。你要不要看一下我的艾露雷朵的技能？撒娇，帮助瞪眼。这不是我认识的艾露雷朵，我认识的艾露雷朵不是什么近身战。不是，我是为了打太进化的，你看，大幅降低两阶攻击力嘛。好哦，注意点。然后帮助是帮队友。欸、他是。对，然后瞪眼是降他防御力。我、哦、干嘛？我瞪他干嘛？白痴！你瞪他干嘛？我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在玩一件很有趣的事情，来跟你们讲我们在干嘛。我们现在呢，简单的说，我们在这个洞。然后啊，我现在是跟玩宝可梦猪的玩家连线。那么呢，会发生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就是只要我人在他附近，就会刷新。被、欸、抓到了。他的怪。那我也会刷新我的怪给他。会发生很好笑的事情，对，就是类似麦块啦，怪会生在玩家附近。来把课程学完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完全没有去上课过。好、欸，铁、哦、舞者在这么后面哦、喔。哇，铁舞者很后面。难怪我刚看不到。图鉴插谁？应该我应该都好了吧？这边没有，我就没有过得去。我可以先还给你啊，你再还给我就好了，要不要？好耶，好呀。好啊，那我们回家。回家，我们上你家我家，啊，你先回那个啊，那个锦惠镇东，好东，我教你怎么看百变怪跟那个索罗亚。在玩钛金战，换一只幸福蛋或玻璃母恩上去奶，不是更好吗？怎么说？你还是要有会打的，语言学很有趣，还有包含西班牙语的打招呼。因为没有再回去学校补课。我稍早那个水波刃是生命水滴。所以我会补，会降防御，会降他们防御这样子的。我那时候是这样子玩。哦，有二级神讯息，插古代小磁怪吧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们有古代小磁怪。哎、欸，那 好，我们待会去读。在哪里啊？在一层。对耶，还是你要直接换给我？啊，你没有要吗？如果你只要补图鉴的话，可以啊。好啊，读图鉴而已，我没抢。来来，这边，我教你哦、喔，教你怪，出来这边。哎，我看你。你按一下那个 L 力，就瞄准键。不是这个，这是 R 力。L 力是左边。L 力。对。然后比如说前面这是猫老大嘛。你。我看一下哦，他是猫老大，好，他是真的猫老大。哦，这是东东鼠。你要看你瞄过去之后，你会看到他的名字上面会显示他的名字。当你移过去显示、哦哦、问号，抓他，那这一步是假的，扁他。哎、欸，你的一步是真的啊？啊，你没抓过一步哦？啊，对，没抓过。他是真的一步，误会他了啦。真的一步。问号啊，那是假的，哎、欸，不对，啊，怎么你的还没变百变怪，奇怪了。安不瑞安，我找一下哦、喔，喵喵，我缺兵一步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只，你看看看，最右边这只，哪里？我前面这只，你前面这只，你瞄准它，这只，对。他写百变怪，好，抓他！他直接写百变怪了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他，哇，变成百变怪了呢！哇，变成百变怪了呢，是这样玩的吗？你知道我那时候看到一只母伊布，我很开心的丢他球，他变成百变怪，我多气，打死他！我就真的我是直接用格斗系劈死他，对啊，下去。那同理，这边也会遇得到那个佐罗亚。哦，同样是张地图就对了，然后他一样会伪装就对了。嗯、对，没错。老婆。
交换。怎么都不能阻止我抓母一步，我就打死。就算你是百变怪也是一样的。还几 V 而已，跟我抢母一步的位置。气死。连线交换。我真是气到那时候在实况上大吼欸。夸张。也要设密码吗？设个密码。不用啊，这边这边就直接是我们这边的啦。那我还要按连线交换吗？还是不用？要连线啊，连线交换，然后你把密码重置掉。嗯。你选到密码，按叉，不是有个加还是叉吗？就好了。新传的衣服整理，看一下哦，你就随便传给我吧。哦喂，我看你用什么。啊，我要这只，那你给我这只，你给我这只，你雇了很辣椒。那个骑什么？哦，好，我刚刚正在抓他，想说抓不到。我知道这只也抓很久，他很烦，又火又吵的。对啊。当遇到的衣服都是空的，就只能都打死了，真的耶。终止交换，发生事情。嗯、你刚刚是不是按了 B？ 没有啊。那就是连线又问题了，是不是？刚遇到的一步都是公的，就只能打死了。对，哎、欸，不行哎，那就是开那个云端的吧。我先离开这个，我从另外一条网路、嗯。我先离开你咯。好、哦。嗯。那设个密码吧。你刚密码多少？1101，还是你自己喜欢的密码？嘿，102111。啊。然后先存个档。哎、欸，记得存档哦。好，我先存档。对，果然是我的问题，连线有够久。你网络又断了？也不是断呢、欸，之前玩七弹都不会跟人家断掉啊。是他本身的优化问题。走喽。好了，你密码多少？1102111。1102111。好的。嗯。所以才会说，如果玩多人连线的话，最怕就遇到这个问题。你的舌头都伸出来了，全屏幕投影关掉。嘿咻，我把很辣椒先丢给你。嗯，我是因为看到它抖动吗？你是看到它在跳，所以对。这功能真方便，不然都不知道对方缺什么。对啊。开始连不到吗？还是有？小伙计都回来哟、哦，固勒顿，辛辛苦苦练了你两小时哦，要被那女人带走骗走哦。不还你了，干嘛？没有啊，担心嘛，担心他回来之后都不做事，都想着你。等一下哦，
你看到那个，等一下看到三合一直怪，不要觉得很奇怪哦。啊，他就是很奇怪。好耶、欸。嗯。我先把这只还你。三合一直怪。我看一下你还缺什么，顺便帮你补一补。嗯，不用啊，你就还我这只就好了。好，丢乔治块给你，再把辣椒还你就好了。真的长得好奇怪，对不对？他古代总只有三合一齿怪啊。嗯，你缺三合一齿怪了。对啊，对。说古代总，他好像加点毛就可以叫古代总。所以他所以他对固勒顿的讲法也是说，就是哦，那个博托西。的古代种子，对，沙铁皮。哇，他脸上怎么有唇印？不好意思，欸、我问小雪，你对人家固勒顿怎么了？啊？语言课老师赛吉丢出了皮卡丘，并且表示主角要听得懂皮卡丘是解释。你说什么？隔壁是什么？你说你的图鉴隔壁哦？对对对，你看这只，我等一下帮你看。嗯，在那个古代梦妖旁边。嗯。哎，应该都已经过了啊。嗯，哇，这个哈欠有够大。这道吉利蛋会有带幸运蛋吗？应该是会有。这都是混元之石吧？幸运蛋它会带吗？然后我觉得以前那个有几率会有幸运蛋。哎、欸，那我们那天没偷到哎、欸，因为我无聊抓了一只超幸运的黑暗鸭，跟小配了小偷技能在那边偷。帮你看哦，看一下图鉴。编号多少？三八一，三八零。嗯哼。这个存档哦。好。你们要随时提醒你们主播存档哦。哎、欸，你没抓到哦、喔！那个皮那个啦，火神鹅。哦，是火神鹅。哎、欸，我对，我怎么记得我抓过，原来我没抓、喔。你抓的是你的吧，不是我的吧？要再传给你吗？哦，好啊。好啊。哦，所以那个什么，它旁边是火神鹅就对了。对，你等下传过去，你就知道长怎样了。所以我们有几只是。都是古代现代有重复就对了，就火神鹅而已，火神鹅跟那个盾甲来来来，再一次，我以为你说做火神鹅是我的火神，我就想说我的火神鹅抓过了，元素交换。对啊，我想说你刚刚跟观众说火神鹅抓到了，哦，是我的啊，是我的机械火神鹅。嗨阿北，火神虫，哦，你的古代是火神虫，对啊，它毛毛的，好可爱，嗯，又慢又卡，没办法，而且可能就人太多吧，不确定，可能哦，终于有猫咪了，超想要猫咪，什么猫咪？聊天时说想要猫咪，哦。他们应该是选了水鸭或鳄鱼吧？你要试试看生蛋吗？我可以教你哦、喔。好哦，真的很快。你刚刚也试过，就是露营就都不生蛋吧？对啊，没有生蛋。对
对，那等一下教你个方法，你蛋会捡不完。可是我应该要先去买红线的。你可以先试试看它蛋的蛋生的多快。好啊。好。我先交换回去后。嗯。是不是还有在其他地方直播 ？YouTube， 嗯，右上角可以看到。安南安，喝水喝水。这袋如果是回去的话，他会说那个把什么还给谁？拜拜喽。这袋不会。对啊。至少写个哎，回到过去了。对啊。我不知道这边餐厅进不进哎。你先把包包里面留一只百变怪哥那个水衣布出来。好，一只，其他都放到盒子里。对对对。就差丫丫了。哇，那你这样很快生出六 B 耶。宝石糖，锅锅好。那应该就只剩水衣布了吧 ？OK， 水衣布跟百变怪。如果你要的话，还是我先带你去买红线呢、啊。好。好啊。嗯。我百变怪呢？百变怪呢？嗯。它插在哪里了？下一页。哦，找到了。好。走了。哇，这个是五六星洞的吧？75等欸。好，那你那个你回学校。学校。嗯。下面。学校在下面。他有时候那地图转来转去，我不知道在哪。哦，你这时候按下那个啊，把键按下去啊，就类比蘑菇头类比按下去，他就转正了。先飞到学校。嗯。然后你等一下打开地图放，就按RZ 放大它，就会显示商店的图案。你就找一个很像购物袋，叫做信使鸟百货，还是信使鸟商店。然后打开地图。嗯。按下放大键。RZ 啊。有没有？有那个购物袋。那购物袋的吉利蛋蛋，信使鸟包包，哦，所以我们学校也有就对了。嗯，哇，12:30了哦，快哦。嗯，重点是我没有睡，好扯哦。真的耶，宝可梦是什么时间杀手？哎咻，嗯，在隔壁。不是啊，这边吃的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那你进去，你看一下商店，你看有没有东西叫做蛋蛋力的？呦呦，第一个就是了。你可以去啊，那等一下，你先去信使鸟商店好了。好，要再下去一层是不是？好。多久没睡啦、啊？我昨天下午6起床的，所以现在18小时了。不是这，你不是有标点吗？标点啊，你的旗子怎么不见了？
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啊，隔壁隔壁，那你往你标左边的，你标左边的那个，标你左边的杏子鸟，不是，这是右边，左边的比较近。对，他会先面对那边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他会面对那边，表示说在那个方向，不是是这一间。对，你要绕到这栋建筑物隔壁，要绕到他隔壁。哦，不常逛学校、哦。没有在学校逛街过。嗯，完了，哦，好险。对，你过去，它是在边边的第一间。这个吗？不是不是不是，是餐厅。啊，这里。然后应该是选其他道具吧，杂货卖场吧。诶、欸？有红线吧？没有。哎、欸，那再到，那就是另外一页，第一个。红线我记得在最下面。有了。好，那然后我通常会去那个啦，虫系道馆那边去敷。虫系道馆。对，原因。也没有什么原因啊，就是那个元魔镇西那个传送点那边。元魔镇西。你对对对，往左边，开左边，左下，红系道馆，元魔镇西。西哦。嘿、欸。来这边的原因是因为它隔壁就是商店了。商店在出口旁边，你去商店吃一个有蛋蛋利益就好了。然后大概15秒、20秒会一颗蛋，够快吧？有没有这个商店进去吃？你就找有蛋蛋利益就好了，进去吃。蛋蛋利益，随便吃吼。有没有？有啊，蛋蛋利益啊，有没有蛋蛋利益？没见了。没事啦，等一下卖包包，把宝可梦卖掉就好了。卖掉？没有啦。然后我稍早在这边玩的时候，因为遇到刮大风，结果胖丁被风吹走，嗯，那全部胖丁一窝蜂的飞走，超好笑的，好笑的。然后我要野餐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野餐。开始野餐，然后我要怎么看有没有蛋？你要绕到另外一边去哦，你看不出来，你要用点的。对，你绕到这边，这个篮子，那篮子，那个篮，那个靠近那个篮子，不是这个篮子，不是、那個、地上的。地上的。哦，地上的篮子，然后呢？差不多应该圣诞了。哦，这个野餐篮子看到没有？我还没有。好，你就等一下，它蛋不会有显示，不会像有 NPC 说什么转头啊，可能有啦，可是我看不出来啦。你就这边有连发手吧，就挂在这边就好了，就大概20秒左右吧。不用吃东西吗？就是刚刚吃，你不是有吃蛋蛋粒吗？对啊，那就好啦。哦，有欸。对不对？很快吧，比你那时候还快吧。所以你大概就是晒个衣服，洗个澡。我们现在就是在看他那个红线不放的情况下，可以多快升啊？哎，没有，你红线要放啊。
你现在先离开，先离开，先离开，马上放上去，不然你所有数字都随机。OK。对，我先结束。好，那我去收个台。我去收台啦，爸爸。爸爸。没有，我刚刚都是在看，说我到底就是。好了，感谢大家。睡了，睡了，晚上六点、七点再开，好不好？今天本来想说上来补一下图鉴，结果就被邀去联动，才发现这个好玩的 bug， 是蛮好玩的啦，只是现在好累好强哦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啦。啊，这边就去小雪台。嗯，哇，好久没揪 YT 的咯。YT 有活人吗？有，好。创作的工作室。嗯，内容。直播影片。制定。然后直播接力有成功，小雪的可以。那特意去我看有谁开哦，欸，小雪也有啊，再就去小雪啊。好啦，那两边都就到小雪台咯，那各位感谢今天收看，本来想说小开一下啦，就是快了快四小时。那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